战友们好，战友们好，大家久等了。今天是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庭审的第十一天，然后所以呢，我们今天很高兴请到 Ava 还有小飞侠一起来呢，跟大家分享今天这个庭上发生的这个过程。然后这个这个小小的这个爆料啊，这个木兰的这个出庭呢，确实是这个有让这个战友有一点点紧张。本来今天的阵容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临时换的这个嘉宾，不过没关系，这个所以很感谢 Ava， 很感谢这个飞侠。然后这个刚刚我们开播之前，这个导哥还专门跑到直播间说，这个一定要把这个西史诺的事情讲一讲啊，然后我都不知道今天我们讲还有这个西史诺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先问问这个飞侠，今天是这个西史诺是什么情况？今天为什么会跟他有关系？其实今天早上因为开始比较早，然后8:45开始庭前的这个 discussion 这个讨论，然后呢大家都排得很早，等希诺来的时候，队已经排到就是到了那个庭审陪审员的那个屋的门了，就是已经排到头了。然后他就没地儿了，然后他就说到了那块儿就跟人家说 They're all supporters, they're all supporters, I gotta go in, they're all supporters。 他意思是说这些都是郭先生的支持者战友，说我要先进去，因为他们都是排着队的战友，我不要排队，我要进去。结果最后还是被人轰到队尾去了，人家最后也没进去，上午下午是偷偷进去了，对，很尴尬对他来说。而且我也正好在嘛，他正好在我旁边，因为这个就是有 Marshall 嘛，那个法庭维护秩序，法警出来，然后他就说press 对吧，就是新闻记新闻的先上来先进，然后呢就我正好在前面，我第一个到了那个 press， 然后我就说我是 press， 然后这时候西史诺就通了一下穿上来，在我后面，在后面说他也要进，然后人家就问他你是 press 吗，然后他就开始说他没回答，他说我不是，我他们都是 supporter 我不是，他就开始说，然后那个法警就说你是不是 press，然后他又开始大声，然后那个人就虚他了，所有人都虚他，法警也虚他，两个法警都虚他，然后就不理他了，你知道，就不理他，然后就把我带进去，他就问我，他说这个人刚才说了啥，他没听到，没听。然后我说这个人他是在你到达一分钟之前他到来，他想插队，我就说这个人想插队，然后他插队的理由是我们都是支持文贵先生的，这个我们都是支持的，他是唯一一个反对文贵先生，所以他应该进来，但是他插队，他迟到了，他刚刚到，然后他说知道了，这个人就出去，结果就没把他弄过来，就进来的都是我们战友，就我们战友在上午的时候基本上就把后面的这个位置都做掉了，当然也不全是，因为在队伍里他还有一些记者，就是说对，有一些记者是不算进去的，不要排队的，算进去，对，但是就是他们并没有坐在前排，就是今天下午我坐那个位置左边就是一个记者，他就一直在用手机往外发东西，然后再记录东西，还是个中国面孔，对，我估计你说的那个不是记者，记者是不可以带手机进去的，所有记者都不可以，只有法只有律师，我们知道的是有律师到场，这个律师有可能是 Luke Desmond 就是中国的 legal、啊、对，是律师，他有到场，可能是我理解错了，但是的确是有人进来的，夹杂在我们里面进来，他们有可能进过来，因为的确有其他人当中，但是西史诺的确没让进上。问个细节，西史诺穿的是啥？他穿的西装笔挺吗？还是穿着大 T 恤人字拖？我记得是细节不是很深刻，但是肯定不是西装笔挺。他穿了一件衬衫是条是有条子的衬衫，白底的，然后条子好像是蓝色跟红色细条的。他正好在我后面，不是我特地要看他，真的实在避免不了。对。好，那我们这个我们正式的开始来讲今天庭上发生的这个事情。那昨天呢，大家都知道是。这个 Jenny 李对吧，这个文远然后都没有到第二轮，大家非常 frustrate 结束，然后就这个木兰就上来了，然后昨天呢木兰都是直接的这个质询，就是政府单方面的问他，但是呢我们确实知道了一些有用的信息，就是第一个他和政府签过这个non-prosecution agreement 不起诉协议，对，然后呢他从澳大利亚过来所有的费用都由美国政府来承担，他和他的女儿11岁的女儿是 一起飞过来的，并且呢昨天他这个出庭作证的这个状态呢，他不敢直视郭先生，然后呢他的这个声音常常是这个按昨天苍天大哥的话说，说着说着没气儿了，所以这个是他昨天的一个这个状态，那我想这个问一下，因为今天我们开庭就比较早嘛，郭先生今天状态是什么样子的，然后那肯定郭先生昨天也知道木兰今天还要继续再上来，
郭先生看到木兰今天继续坐镇的时候，他的状态有没有什么变化？我个人感觉是没有，我觉得郭先生是微笑的，就是在很多次啊，木兰。就是我们战友可能会觉得木兰说的这个话是应该很伤人的，尤其在文贵先生这么信任他，在战友这么信任他的时候，我觉得一般人有可能会就是不会很开心，但是我特地看了我文贵先生，文贵先生是微笑的，他是笑的，对，文贵先生状态非常好，就一直不变，像在这里面这个 MDC 里面一年人的整个面相精气神基本没有变化，很精神，然后见到他进来的时候面带微笑，然后有时候会眨个眼睛、哎、对，但是整个人的那种精神和能量离得很远都能感受到，对。而且今天因为时间比较短，因为我们平时庭审开始是9:30，但今天是9:00开始，然后而且是就是检方双方律师是8:45，所以说七哥进来的时间就是和战友回头就每个人眼睛这个相对的这个交流的时间就没有那么长，所以说今天我相信就是比较短，就因为尤其是这三天都会比较短，因为早上比较紧张，但七哥一点都没有变，灰色的浅灰色的西装，深色的领带，深黑色的领带，然后白色的衬衫，整个人的状态就是很放松很自如，很淡定，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木兰都在庭上做了哪样的这个问答。那首先今天开始的时候肯定是政府还是来做这个直接的这个问话嘛，对吧？对，那可能应该是吃午饭之前是不是都在做这个直接的问话？对，那午餐之前二位觉得早上的这个时间对木兰的直接问话的这个重点，政府想要这个瞄准的这个方向是什么样的方向，以及木兰在上午这个坐镇的时候他有没有一些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的点？因为我听这个战友回来说什么啊，他还在那哭，说他都哭什么的啊，我就感觉说好像今天这个早上还发生了挺多事情的啊，所以啊，听听 Ava 怎么说这个早上的事情。反正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因为怎么讲，就是木兰他占了一个便宜你知道吗，就是他占了一个什么便宜呢，就占了一个他前面这个文远实在太弱，你知道吗，就是说有对比才有，就有比较你才感觉好像这个人是很有条理的，这个人很温文尔雅，OK， 因为跟文远比起来嘛，因为文远、就是、跟一个非常的这个极端来比的话，对，因为文远答非所问，然后面向狰狞，就好几次就恶恶的，然后又有时候又突然之间很 smirky 的那种笑，就是很恶恶的那种笑，就很得意的那种笑，突然之间又很悲伤，就这整个人给人感觉好像就是不是很 unhinged， 我不知道英文就是有点神志有点有可能精神有点不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人，给人感觉是这样子的。而且整个法庭不管是说检方还是辩方都觉得好像这个证人离开了之后大家都轻松了，你知道吗，就跟这么前一个证人比较的，然后好，我们的第10位证人上来了，这位证人好梳了一个黑色的衣服长衫长衣，外面套了一件今天昨天也是黑色的一身啊，然后就是比较面容比较白皙，对吧，比较镇定，说话也是很稳定，虽然声音有些轻，但是给人感觉还是条理很清楚，所以说我觉得木兰是占了这么一个便宜，所以说我觉得他但是在今天的这个直接问答阶段，我发现就是我们的陪审团听的是有很累的，因为今天的主要的内容呢主要都集中在一些钱的问题上，因为我们也知道木兰其实他有很重要的职务在新中国联邦和这个暴乱革命的这个队伍里面，他是受到文贵先生和我们的全部战友的信任的，对不对，因为他曾经是铁血组成员，而且他还是这个 GE Translate 农场的这个农场主，而且他还是Rule of Law 的这个董事会成员，所以他接触到了很多我们新中国联邦的一些我们做的一些以前的一些投资项目，机系列的投资项目，所以今天呢花了很长的时间，这个检方就是在问木兰很多关于机系列各个投资项目的细节，okay， 包括你有没有个人参与投，你有没有帮助别人投资别的战友，你有没有通过自己的农场帮助别的农场等等的一系列的信息呢，就是主要是检方的一个重点，所以就一系列的问下来，
对，主要的时间就花在了这个东西上面。但是在我们的这个 cross 里面，其实我们 cross 也刚刚开始，就是所以说明天应该会是一个很重磅的一天，就是说明天我们会明天我们的这个律师呢会针对今天在直接问答当中的很多的问题，他会有一个很有力的反击。但是今天我们待会儿分享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刚开始的那一段就已经非常非常的抓住了人心，至少是抓住了我们陪审团的这个人心。我们可以从陪审团的一些身体语言和肢体语言明显表现这个上午跟下午开始的这个交叉问询的这个吸引人的程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我这个等飞侠喝口咖啡压压惊。这个我们在这个开始 cross 之前，我们把它上午的一些大概的一些方向也跟战友们讲一下。因为很明显对吧，检方的这个他永远的这个重点，所有的证人的重点都是在讲钱的这个问题。那偶尔呢他可能会问到一些这个灭供的这种话题，像昨天这个他又问到，哎，你怎么知道郭先生他提了419，说对吧，我当时我什么调查我什么朋友，但无论如何他提到了郭先生的 BOA 419。那今天他在主要在问这个所有相关的什么很多公司的名字啊，然后转账啊这个问题，检方有没有出示什么样的证据？就是因为相当于是这个这个用 Ava 刚刚英文节目的这个词说，检方可能想把它做成一个这个明星证人是吧，因为前十个这个证人都是没有跟政府签过协议的，他是第一个这个上来的，可能检方想要好好去利用他的背景，利用他的这个经历，或者利用他手上有过的这个消息和这个记录。那今天检方有没有给出任何的这种这个证据？那如果有的话，他是证据类型是哪一些？是银行转账的记录吗？是合同吗？是这个通讯记录吗？比方说跟郭先生通讯记录吗？和战友的通讯记录吗？大概的给战友们一些概念，木兰都带了哪些东西到法庭去？木兰带了很多的合同，他曾经涉及过的公司基金之间的合同，包括之间农场借贷之间的合同，然后包括他自己和就是和这个他转钱的这些公司有过的一些沟通的这个邮件，包括他想去证明很多我们沟通过怎么怎么样的东西，然后还有呢他就是主要提供了一些收据和这个寄送这些钱的收据，银行账单对账单。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连着被问他曾经的那个 HHA 公司，HAA 公司连着很多证据，一排下来全是他的转账单子，问他时间，问他时间是不是你转的，是不是你转的。他通过这些所谓的证据吧，他是引出了整个一个所有的一个大地图，就是检方通过他让木兰通过木兰的嘴，去把所有这系列曾经的中间有过的，现在的，和已经消失的公司，就是说已经就是大家已经换掉了就是或者停止的项目，他把它揉在一起，然后给一起展开，对，给人的直观感受当然了就是觉得哇塞，你怎么搞了这么多投资，你怎么这么多投资还有这么多失败的东西，这是给人的这个直观感受，所以你可以想象到检方的策略到底是为什么，对，这是主要的一些证据。那飞侠刚刚讲了一个很重要的这个重点，就我们不仅是看他证据的类型是什么，而是看到检方在使用木兰这个证人的时候，他的一个意图是他想把这个大地图给你展开，不仅是展开还要揉在一起，他要把过去的曾经的现在的有的和已经没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一起。那这个我想问 Ava， 因为刚刚这个听上来，因为你说这个上午的这个就是能让人直观感觉就是他会比较这个无聊嘛，觉得因为也没有音乐对吧，也没有音乐，然后呢也不是说让你这个抓耳挠腮说哎呀怎么还不结束，但是呢这整个过程里面那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因为我听到战友说木兰今天哭了，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他为什么会在法庭上他会有这种很比较激烈的情绪上面的这种反应？
这个呢就要说到细节了，就是说在这个cross 的，就是在直接 cross 的结快结尾的阶段出现的。这个时候所以不是在上午，不 是在下午的时候，对，是在快就是快结束的时候，对，就在Mike Ferguson 下半段快结束下午的时候出现的。就是这个时候呢，就说到了一个文件，就是展示了一个文件。这个文件呢，是关于一个合同，这个合同好像是说是3800万的一个合同。然后这个合同是说他要他签字，好像是。说要他签字，就是一份文件，需要他签字，而且是我们一位战友就发给这个木兰，因为他是这个这个可以签字的这个人，对，公司的指定的这个其中的一个签字人，就一定要他签字啊，所以说就是发给他之后呢，他就说到他觉得他不应该签，他觉得这份文件是里面很多信息是不对的，他觉得他不应该在这个文件上这个但是这份文件他的确签了，我记得如果没错的话，这篇文件他是签了，他是后来说他签字了，问他为什么签，然后他就说 alliance 就是我们的联盟，一定要他签，而且不签，而且他这个里面好像这个让他签字的这个战友呢发。就追问他你签没签、他说如果你不签这个是要负责任的，你是要负责任的，然后他就在法庭上呢，他就说他觉得他自己被威胁到了，OK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你告诉我哈，这个我记得是没有签的这个是没有签吗？对，这个是没有签的。那你来继续，我有点搞。那这样，我们就直接从这个交叉问询开始，因为大家基本上对上午就有个概念嘛，就是检方通过这个木兰的嘴巴，想要把这些东西全部都引出来。最后呢，这个木兰他有一个比较强烈的这种情绪上的表达，他觉得他受到威胁，然后他在法庭上面掉眼泪。那我们直接从交叉问询开始，也就是今天午餐过后，是郭先生的辩护律师团队开始来主导对木兰的这个交叉质询。今天是谁来主导？是 Sabrina 出来吗？ Sabrina， 但是是午饭过后，检方又问了一阵儿，然后中间休息了十分钟，因为是真的太长了，然后休息十分钟之后 Sabrina 就上场了，对，这个是签了的。我待会儿签了是吧？这个文件是签了。我们先从 cross 开始，我们从 cross 开始。那 Sabrina 上场之后，她是以什么样的问题开始打的头阵来这个问木兰？因为检方对证人都是比较标准化的，上来都说，哎，你是谁呀？你住在哪里呀？然后这个你怎么认识郭先生啊？是吧？ Sabrina 上来是以什么样的切入点开始来质询木兰？这要说一下，稍微有一点靠前，为什么他要哭？对，他就是说，他是要说哭。他说他被人威胁了，说被战友威胁了。然后说这3800万你不签怎么怎么样？如果他没了，你要负全责。他的证词是这个。具体是什么情况，这个我们无法判断。所以就是他以他的嘴巴说别人让我签，然后别人威胁我，然后别人说如果我不签我会负责，但是他没有出具任何通讯记录的证据证明当时别人说了这个话，只是他自己 testify 说他人家是这样告诉我的。 对，而且这个我更正一下，他没有钱，这个是的确没有 钱，这个就是一个 affidavit， 就是一个在法庭的一个宣誓词，他就说这个宣誓词里面有很多不符合实施的事情，所以他不能签，他觉得自己不可以在法庭或者在就是做假证。而且在这个说到这个时候，他提到一个人的名字 Luke Desmonds， okay? 他提到了这个就是我们大家都熟悉的这个 trustee 的名字，然后他说这封信我收到了呢，这个战友威胁我说如果我不签呢，然后就跟 Luke 有关系，就 Luke 就会把这个东西全拿走，而且这个东西要我全负责任，要我全负责任。他说我没有办法，我要负责任，问他什么意思，他就说那就是我要付给他们3800万，但是我没有办法去付我没有3800万，他们可以拿我的生命，他们可以把我的生命夺走，然后就问他你什么意思，什么叫他们可以 take your life， 他就说他们可以杀了我。OK， 他就说他们可以杀了我。那然后就问他你为什么这么说？他说我觉得我没有其他的 solution 了。他说我没有其他的这个办法了。因为3800万，对，我要用一生去还。对，他说我没有3800万，我不可能，只有我的 life， 对吧？然后他就问你有没有想过就是自己自残，就自己伤害自己？他说是，我想过自杀。而且然后他又说了一句话我没听，所有人都没听到，他说我有 daughter 啊，我有一个女儿啊，说了一句话没听到，他说我有一个11岁的女儿，但是我想到她的时候
我又觉得我不能自杀。这个是在 cross 后面出来，但是在那个 direct 的时候问他的时候，他根本听不见，嗯、我只听到我有女儿，女孩一个女儿、嗯，之后就什么都听不到了，嗯、然后就他不知道在说什么、嗯，然后就后来的问题在在 direct 的时候，就是他就问他，那这些对你来讲会有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哦，他说我终于认识到这是一个骗局。这个是政府在问他的时候，这个是政府在问他，而不是 Sabrina 在问他的时候。然后这个政府就问、嗯、你意识到这个是骗局的时候，你接下来做什么？他接下来就联系了美国政府，这是他说的。这个是什么时候？这个是在上午吗？还是在下午？下午。这个是第二轮的，就在 cross 之前 cross 之前的直接质询。对，所以他是第一轮的直接没停过，这第一轮的对。从昨天下午延续的，所以他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说啊，我被威胁，我要开始哭。对，这是跟政府说，他要、嗯、要演戏嘛，对吧？嗯、那他肯定在这个时候演嘛。嗯、然后那你最后就是，然后之后你做了什么？然后他说我他说他觉得这是个骗局，对，他说 他觉得非常生气、嗯、他觉得他绝望、嗯、他觉得他这个内疚、嗯、guilt、嗯、内疚、嗯、而且他很后悔、嗯、而且他甚至有抑郁，他说他非常的抑郁、嗯、然后所以说这才是为什么他有了自杀的念头、嗯、然后这个时候就在哭，这时候在哭、嗯、然后法庭就递给他了一个纸巾，然后就放在他的这个证人席上、嗯、然后他就拿出来一张、嗯、就感觉好像有在擦泪。对、嗯、他哭的最严重是前几个问题，那个3800万对哭的最严重，但是他后面说到这个时候、嗯、他说 I feel depressed I feel regret、嗯、我后悔我消极、嗯、但是我想要甚至想到自杀、嗯、也是哭的、嗯、这个时候有一个细节非常有意思、嗯、检方的律师、嗯、福格森、嗯、然后呢他写完这个纸之后、嗯、他把声音压得非常温柔，对，非常非常温柔，他说什么，而且等了很久才说的，他继续问下面的话题、嗯、他就是非常温柔的就问了，就声音就变得非常非常温柔、嗯、两个人在一起这个画面就是就感觉他很受伤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同情，就是让、嗯、非常同情，从语音从语调上让你感觉到是一个弱势的、嗯、是一个需要保护的，是一个需要你这个是的需要你更多的这个注意的，尤其是结合前面的信息啊，就说这个女性啊、嗯、为了这个革命运动奉献了一切、嗯、这个还有11岁女儿，据她说是她都忽视照顾了，对吧、嗯、7年8年的心血全部都蹦在上面、嗯、结果、嗯、好，接下来很 smooth 用很温柔的声音问她、嗯、那你说的就是愤怒是什么呢、嗯、你为什么会愤怒呢、嗯、他说就是他欺骗我们、嗯、OK 等一下，我们他说的是我们，对，这时候他说的是我们，但是你在法庭上如果你是一个证人，你只是为你自己作证 的而且我想问一个问题，他刚刚说这个，因为我看到这个有的记者他发出来的写的是说 they kill me 是吧，他用的那个话是 they will kill me是吧，他说的是 they can kill me 但他有没有说这个 they 是谁，他没有说 they 是谁，你看他很好玩的一点，第一个他并没有说他们是谁，但是他做了一个这样的指控，他说啊，他们会对我怎么怎么样，但他没有说他们是谁，他也没有拿出来说这个战友跟他联系的这个具体的沟通记录，人家到底怎么跟你沟通的，人家跟你沟通了几次，里面没有，今天没有一点证据是他跟文贵先生直接沟通的、嗯、没有这个证据、嗯、他只显示了一个文贵先生让他翻译的一封文件、嗯啊、但是没有任何的 WhatsApp 的 communication， 任何都没有，没有语音记录，没有这个跟文贵先生的这个通讯记录，也没有跟战友的语音记录，没有跟战友的通讯记录，然后再到这个他刚刚说这个他骗了我们，他就很有意思，你是为你自己作证的，但你却说了我们，而且你没有说我们是谁，谁是你的我们，对吧，没错，我们他都没有说清楚、嗯、对吧，他就故意混淆了嘛、嗯、然后他就接着说，他说我们是那么的信任他，嗯、okay, 还用我们、嗯、OK， 然后我就在下面说，我不能被你代表，你凭什么说我们、嗯、你知道吗、嗯、然后他还说我们相信他100%相信他、嗯、没有质疑，没有问题no doubt no question, no question 你知道吗、嗯、这是他为什么生气的原因、嗯、而且这个时候就是你想想看，这个福格森就是很温柔嘛，接着温柔，然后他又很悲伤，你知道你能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非常触动人那个画面，他触动你了吗，在现当时就是在那之后跟人家开玩笑，就说我们要是不了解任何的这个背景，我们没有参与这些、嗯，
爆料革命的事情，他们把氛围做得很好，真有可能就信了。对对，氛围做得太棒了。嗯，对。然后你让我说，他还说，他还问了一个，他问你为什么觉得内疚？嗯，这个牌也打得非常好，你知道吗？他说家庭。他说我没有照顾好我的家人，嗯，你知道吗？嗯，就我为了这个 whistleblower 这个 movement 和文贵工作了这么辛苦，嗯，I worked very hard for Miles School，嗯，OK， 啊，we all worked very hard， 就是我们都工作了这么的辛苦为这个郭文贵先生，嗯，这是他说为什么内疚，他内疚的对象是他的家人，对，整个秘密翻译组，嗯，而整个 G translator 所有人。都为郭先生工作非常辛苦，嗯，他的原话，嗯，然后依然很温柔的就问，就是说，那当你问到你说到这个，你这个温柔这个词再用多就有点暧昧了，这听着就有点怪了。他们真的是那个他不是说一会儿半会儿这个语气就变，他后面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嗯，就是非常非常久的时间，嗯，语气是非常非常温柔的。戏要做全套是吧？是是是，做要做全套，戏要做足。嗯，然后他紧接着下一个问题就说到破产案了。嗯，对。他说你说到破产案，嗯，是什么时候？嗯，什么时候跟这个 trustee 聊的？哦，受托人。检方直接问木兰，没错，说你什么时候和 Luke Despin 就是这个郭先生破产案的受托人有沟通的？木兰怎么回答的？你看我这个，我先跟你验证一下，是这个时间。我这个我记得呢，我开始记得是2022年10月份，但是后来呢，我觉得又因为他下一个问题呢，他说，然后又问他说你跟那个 FBI 什么时候联系的？他说的是11月2023。说的是2022年10月份，当时。对，我当时记得是2022年，但是后来我看他这个说了跟 FBI 是11月2023，所以我又把这个二改成了三，所以我不知道到底是2022年还是2023年。然后他问你说的什么？嗯 ，HCHK。嗯，对。然后说什么时候联系的 FBI，嗯，他又说是2023年11月，嗯，所以这时间我们有点搞，对，我们要看那个 transcript。等一下啊，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时间的问题，就是他最早什么时候联系的 trustee， 差一年差很多，对，这个我没有听清楚，2022年跟2023年差一年差很多，所以大家一定要今天晚上看 transcript， 看这个他是第一次他在法庭上他是怎么说的。第二个，检方问他说你有没有跟 FBI 联系过，他给出的时间是11月份的，是2023年的11月份，也就是郭先生315这个事情之后大半年的这个之后。对，那我想问检方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有没有，木兰有没有表达一种是他主动联系的 Luke Despin， 还是说 Luke Despin 给他发了一个传票然后他去回复的，因为这个也是差很多的。在检方的这个直接询问的时候，嗯，这个信息没出来，但是在我们的 cross，我们知道他是发 subpoena 的，对，okay， 是接到 subpoena 之后，他跟这个trustee 联系的，嗯，这个是有出来的，嗯，但是他为什么检方要问这个问题呢？是因为检方要套出来下一个问题，嗯，是什么呢？就是说，他因为他觉得不安全，嗯，所以他去联系 FBI， 他联系了 FBI 之后，他觉得安全了。哎，但是 okay， 你这个逻辑是什么？他觉得不安全，所以他去联系 FBI， 是他主动去联系 FBI 的，而不是说 FBI 找到他说你跟我们合作，是他主动去找 FBI， 因为他觉得 FBI 让他安全。对， 他原话是对这么说的，他问你你为什么要联系 FBI？ 嗯，然后他说我想跟政府去 report 去报告这个事情，关于。他指控郭先生的撒谎，cheating， US， 然后 misled，就是误导，然后他就检方继续问说，那你联系过这个政府多少次？10 times， 这是他第一次说是多少次 ，10 times，而且都是检方问题，跟后面咱们交叉质询的时候有形成一个很鲜明的对比，嗯，对。他说的是 10 times， 然后之后就是刚刚 Ava 说的，说哎我感觉很安全，他说那你联系 FBI 之前你怎么感觉，我感觉很不安全。为什么呢？因为他还说了，因为这个时候联盟开始什么 bullying 我，对我开始就是霸凌我，嗯 ，OK， 所以我觉得不安全，嗯，没错。说联盟说的是背叛者，对，而且他说我很害怕，他说 I'm in fears about my family and my house，对我的家人和我的房子感觉非常的不安，不安全，所以他要报警，他要报那个。哎，但你看啊，这个很有意思，
他上午整个作证的这种环节也好，或者氛围也好，他的重点全是公司公司公司，没错，钱钱钱，转钱转钱转钱，钱到哪里去，钱到哪里来，银行记录银行记录银行记录，一吃午饭一回来开始就是感情就变多了，对吧？眼泪出来了，餐巾纸出来了，声音变温柔了，温柔马上一温柔，温柔温柔一个多小时，温柔半个多小时，他戏码就不一样了，对，这个状态完全就不一样了，你知道吗？就是前半部分他是在指控别人，对，后半部分他是受害者，对，因为你看啊，昨天先给他树立形象是吧，我是什么什么成员，对对对对对，我是什么什么董事，对，我工作很长时间，我是什么什么领导人，对吧？然后我在的这个组他是 top management， 他是最高的这个管理层，立人设，钱钱钱，最后开始哭，三段，对，三段。这一段其实是照应了上午继续问到法治基金和抗议的事情的联系。嗯，他说法治基金赞助抗议。嗯，说这是谁说？是郭先生说的，两百块钱一天。嗯。而且这些人全部都是配的，嗯，就不是自愿，人家问他的，这些示威，这个运动的示威者参加的是自愿的，嗯，还是说付了收了钱的？钱的，他说是付钱的，付钱的，嗯。然后说然后就是上午说有没有出现过一些意外事故，对，两次，嗯，而这两次是什么情况，嗯，两次对方被打了，对，示威人打对方，嗯，对方打，一次一次打脸，一次打一次打眼睛，对，反正都是脸，嗯，两次都是脸，嗯，但是就是给人打了，嗯，然后他又说那个那你们在抗议比如说这个 trustee 还有其他人的时候，嗯，郭先生怎么说，嗯，说他是间谍，干得好，嗯，对，嗯，说在哪说的干得好，嗯，在 WhatsApp group 里说的，嗯，WhatsApp 说干得好，嗯，然后说那他们除了他们本人还有没有其他人，嗯，他们身边的关于这个比如说太平联盟，嗯，说你抗议太平联盟单伟健嘛，但其他人没有受到抗议，单伟健的儿子女儿，嗯，他说他的女儿现在儿子是在大学里吗，嗯，对，他说他的女儿在大学里，嗯，他营造了你一个很恐怖的形象，对对，就他故意的，试图他试图给你影响这个陪审团，嗯，还有影响陪审团，嗯，你只要用这种偏见，嗯，对不对？你要美国人会说，哎，儿子女儿跟这个老爸如果是间谍有什么关系呢，嗯，对不对？你为什么要去那边？但他没有说出来，其实不光是他爸是间谍，嗯，他家人都是间谍，嗯，但是你看这个好玩的一点是什么，他想要做的是一个指控，但是单伟健这个名字出来了，对，而且 PAG 也出来了， PAG 也出来了，而且是什么，而且是木兰嘴巴里面说的，说郭先生指出了单伟健 PAG 跟中共有勾结，他们是中国共产党的间谍，这句话也是很重要的，他不光光是这个直接质询的这个问题，嗯，你 confirm 了我们的观点，我们从一开始我们就是说的这个观点，他不会因为你木兰作证或者你木兰不作证而改变在这个灭共这个事情上，在找中国共产党间谍这个事情上的观点，没错，没错，对吧？嗯，还有一个细节，如果我没记错，他不是 PAG， 他是 PAX， 嗯，对，他是 PAX， 对，因为是个基金，对，嗯，然后他问这个基金是什么，嗯，他说是郭先生最大的 creditor， biggest creditor， 嗯，然后说 Luke Despin 是谁，嗯，郭先生的 trustee， 嗯，他又营造了一个想试图营造一个，哎，你看都干自己人，嗯，然后你自己人你一看不惯他，你就是间谍，嗯，你就是叛徒，嗯，这个和他最后说他被这个攻击当成叛徒也有，嗯，也有一个联系，嗯，对，他在埋一些逻辑，他想要去用一些这个，对，用一些他说的这个 testimony 来去营造这个逻辑。我觉得他想说的其实跟你有点不一样，我觉得他想造的逻辑是什么，是想证明他做的很多的铺垫，就比如这个，嗯，还有其他的一些合同，他想做的是我们新中国联邦和 Miles Guo 是不屑美国的法律的，他想做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嗯，就比如说他是 trustee，嗯，对吧，嗯，那你为什么要去攻？你为什么要去攻击 trustee？ 嗯，你为什么要去 protest？ 嗯，对吧？你签的合同，嗯，对，你签的合同，嗯，这个合同发生的这个实际合同发生的事件，一年之前，你为什么在一年之后补签？而且你这个合同，你这个钱发过去的这个公司，他 testimony 有这么说吗？谁 testimony 有这么说？木兰，他的信息全部调出来了。我觉得整个的 impression，嗯，他给别人，他想要留下这样的印象，他想留下，为什么？我告诉你。嗯，今天早上其实这我觉得这是他们的一个策略，嗯，这个策略是成也就是败也萧何，成也萧何，就是说他这个策略，因为你想想看啊，今天早上的所有的就是通过木兰嘴巴里说出来的这些公司，这些 transaction， 这些项目，投资项目，嗯，哪怕就是跟随爆料革命几年的战友，对我们来讲想要消化这些内容都不可能，
你明白吗？你想想看，一个 jury 他从来都不知道，你跟你说这么多公司，这么多 transaction， 这么多交易，你觉得他会，你觉得这个 jury 他会不晕吗？不可能。但是你想想看，为什么这个检方要在这么短的时间要 cramping 这么多的内容？嗯，他其实不是说给检方听的，他其实因为说给检方听，他其实没有达到目的，检方根本就没有想要，不是检方，这个 jury 根本就理解不了，也吸收不了这个信息。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他们几个点要留下来的几个点，一个就是你们是无视法律的，你们是一帮黑帮 ，OK， 你们都是在一起做的，所以这么多公司嘛，你们一个失败了，另一个又建起来了，这个失败了再继续骗，文贵先生永远都是文贵先生，因为每一个他想要留着这个印象，就是谁给你的 instruction。郭文贵他有直接用黑帮这个词吗？他没有用黑帮。嗯，那我们先 move on， 我们先不说个人对他们可能要这个感觉，对，今天没有说这个黑帮，但是我觉得他们的用意其实就是在就是我觉得他们几个合同啊什么的，就是补交的合同可能给人想要有这个感觉往那个方面靠，他就是往那个方面靠，他就是把其他的战友在、嗯、比如说联盟的战友拿出来、嗯、比如说这个战友给你发了一个不符合你觉得你认为不符合事实的东西、嗯、他其实在做的事情就是要把联盟的某些战友或者是联盟的某些决定变成一个 不符合美国法律的这么一个印象，他只在乎的只是陪审团的印象，他根本就没有想要陪审团记住所有的这些公司，因为我们都记不住，更不要说陪审团。所以说刚才的细节其实他想做的就是一个我们是 obstruction 的，我们是对法律无视的这么一个团体。那他下午这个温柔的问话是以什么样的温柔结束的呢？这个政府的 direct questioning， 这个直接的这个问询，这个刚才讲的，咱讲的这些话题已经非常接近尾声，就剩几个问题了。嗯、然后就是说，哎，他这个说郭先生说让他删信息，然后说，对，手机被黑客了，对，然后中共黑客，对，然后他说，当然他也说了一个，他说 CCP 曾经让一些 officer 到这个游说川普，要把郭先生送回国，对对对，然后他后来就说，那个检方就直接就问到说，那个，说你现在的这个 view， 你现在这个视角，你会怎么去就对这个事情怎么想？嗯。然后当时他说的是说，他说这个 supporters， 就是说没有变得更富有。当时是问的这个说，然后他说，更 poor 了，更穷了。但是这个时候法官说你不能代表其他人说这个事情、嗯、然后他说那就是我没有变得更富有，我更穷了、嗯、他自己说的。然后说包括在未来我并不会再参与任何的民主运动了、嗯、因为我害怕他又是一个诈骗、嗯、我分别不了他是不是诈骗、嗯、对。然后其实在这之前还有信息、嗯、就是说在这之前其实有一段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嗯、就是说就跟他差不多，就刚才说跟富有之前、嗯、这个检方还问了他、嗯、就是说你现在就是说到黑客啊封，就是你的手机被黑客啊什么的是完之后呢，他就说你现在对这个爆料革命这个运动的你的想法是什么、嗯、然后他说我不再相信了、嗯、然后那你对这个 investment 的所有的这些就是所有的这些项目你的想法啊、这些都是骗局OK， 然后他就说，但是他说，不是说被 CCP 作为一个攻击，就是不是说就是他是指文贵先生，不是说文贵先生被 CCP 攻击，他就可以去挪用别人的钱，他就可以去欺骗别人的钱。对对对，他说了一句这个话是很，其实是很恶劣的，你知道吗？这个话，这个话是很像检方直接在这个文件里面说的话，对，说你不要拿这个共产党来当你的 defense。对是吧？他其实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这个逻辑，逻辑是一模，跟检方的文件是一模有一模一样，而且这个话都很相似，你知道吗？就说你虽然被 CCP 攻击，不代表你可以去偷别人的钱，你懂我意思吗？这话，然后他就说我也被 CCP 攻击啊。但我不骗钱，但我没有挪用别人钱，我也没有要骗人的钱，我不诈骗，对。然后他说，然后他就举例例，他说我父亲母亲告诉我，我不就是告就是告就中共怎么去打压他，怎么去攻击他，就问他，他说就问他嘛，他说我父母被这个 CCP 这个施压，要让他们跟我讲要停止我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啊什么什么，而且我父母很担心我，叫我不要回国，他们也知道这个 CCP 不好啊，叫我不要去回国啊，然后我是唯一的一个孩子，然后就开始哭了。对 okay, 我是唯一一个孩子
OK， 我是他们唯一的一个孩子、啊，就感觉好像他很孝敬啊，不能回国啊，怎么怎么样，因为灭共啊，很崇高，就开始哭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到这个你说的刚才那个，就是 supporter 输钱的事儿。对对对。然后就是说他那个父母，就是包括国安找到他父母，说想要找到他，然后想让他遣返回国。对，他是这么说。对，嗯。然后他说在那之后呢，你有没有花过这些钱给你自己？就是说这些钱。他之前涉及的这些钱、嗯嗯、对，他说没有，他说为什么呢，检方问、嗯、他说因为这不是我的钱，对、嗯、然后说那你这个进出之间的钱、嗯、你有 loss 吗，你有失去过吗、嗯、他说我大概失去了$20,000，嗯，然后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到这个问题还有他这里还重复里面，他说你没有把钱花在你自己身上吗、嗯、因为你为什么不花，因为这些是 supporter 他还说了一句话，这些钱是为了 fighting the CCP 的、嗯、所以我不能用在我自己人身上、嗯、其实这句话其实说出来又在指向文贵先生、嗯、对不对、嗯、因为那个检方指向他兰博基尼对吧，哎，你看这个什么游艇对吧，但他故意又说了一句这个话，因为这些钱是为了 take down fighting for the CCP， 所以我自己不能用对吧。然后他就说那你变得富有了吗，没有。那你输钱了吗，我输了$20,000。然后还问了一句，那你打倒了 CCP 吗，你们推翻了 CCP 吗，没有。这是连着问的三个问题。 嗯， 嗯，对，就是 by joining the movement 你 take down CCP 了吗，对。然后那你就到了刚才说他变得更穷的这个、嗯、然后又说那你那个始终还是相信就是中国的这个民主吗、嗯，然后他说相信，然后他说那你还相信 Miles 郭吗，他说不相信了，他说为什么不相信了，他说因为整个运动都是诈骗，威胁我们、然后撒谎，对，误导，对，然后就结束了。嗯，对，那你看检方他的三段式也好、嗯、或者他从证人的这种不同的级别不同的递进也好，你是能看到他在证词上面这些证人的变化的、嗯、因为你像咖啡文乐啊什么 Patrick Chin 上来，包括这个 Jenny Lee 是吧，这个文远他上来，他的主要线还是啥，就是我觉得我被骗了，完了我要退钱、嗯、然后完了我觉得你们是黑帮，你们是邪教，但是他说的很简单，他没那么多戏 对， 对吧，就是答得好就答得好，答不好就答不好，没有那么多戏、嗯、木兰这里三段式上来，我很高，我很重要，钱，我弄过很多钱，我很受伤、嗯、我要哭，然后这个我而且我做的事情很重要， 我受到威胁 Legal， 但他当中呢，这个当中呢你看似好像戏都全套都给你做到位了，但是里面又暗藏了很多这个洞洞的东西，让别人感觉是有这个有疑惑的。第一个，他听上去他的逻辑是非常快的，就是当他问他说，哎，说你这个投资是不是你要自己用或者怎么样，他的逻辑是很快，你应该回答是要么我不会或者我会，他的回答是不是因为你被共产党针对了你就可以去用这个钱，这个逻辑是跳了好几级了，对，这个逻辑是跳得非常非常快的，而且他和检方想要在文件当中或者检方在指控上想表达的逻辑高度的一致，对吧，就是前面你要退钱，钱也给你退了，要么 SEC 退了，要么你收到这个退款了，对吧、嗯、钱是个闭环，说是不是灭共，你不管怎么样1120出来了，419出来了， stipulation 出来了， 对吧、嗯、然后各种各样猎户行动也出来了，是的，这个 Higginbotham Elliot Brody、嗯、Nicholas Davis 这些名字都出来了，然后木兰也提到了这个419，又提到了 PACS 遣返，对吧，单伟健遣返，这些 element 都出来，他当中提到了一句，他说我不会用这个钱的，因为什么，因为这个钱是 fight against the CCP 的，他是什么意思，占有的钱是用来要消灭共产党的，那就很好玩了，你前面又说我 investment 我 lost， 你这儿又说我是灭共的，我不能用这个钱，对，这个钱是我是要灭共的，这性质上的这个问题，他的证词上是 slightly 有一些这个有前后这个不一致，如果你细究他的这个逻辑的话，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使用这个钱给你自己、嗯、他在不同的情况事情之后质询、嗯、他问了大概我记得不下三四次，很多次，就这个问题出现了三四次、嗯、但是在不同的这种语境下、嗯、他说到这个公司之后、嗯、他如果你知道这郭先生把钱花到自己身上、嗯、或者他的家人身上、嗯、你还会不会、嗯、
你还会不会给他怎么怎么投资、嗯、说那你有没有用过这个钱给你自己、嗯、怎么样，他说这不是我的钱，他这个问题都回答了三四次、嗯、就是为什么你要知道，因为我们还是说到就是检方的这个策略，嗯，今天的早上的这个质询是很复杂的，因为牵涉到很多公司、嗯、我其实根本没有觉得这个检方想让这个陪审团听明白这个公司之间的关系啊，公司的、嗯、不无所谓、嗯、OK， 你只要记住就是他刚才说的重复的两句话，嗯，你如果知道这个是骗人的，嗯，你会不会还这么做？嗯，你如果知道这个，你会不会挪用这个钱？嗯 ，OK， 嗯，他就说不会不会，而且他永远说这个是谁告诉你的？这个是 Miles 给我告诉你的、嗯。所有的文件，他今天早上展示了很多的合同，嗯、很多的合同是李雅的字啊、哦，嗯，因为他是他自己签的字啊、哦嗯，而且每一次这个文件，我记得好像基本上每一次都是他都说、嗯、这个律师就检方的律师问他。嗯嗯，这个文件是你签的吧？是我签的，这个名字是我的。嗯，你有没有读过这个文件？嗯，而且好几次是我们的这个这个 Sabrina、嗯、在检方质询的时候，在、嗯、因为检方他提交这个文件的时候，时候他需要、嗯、他需要得到这个我们的辩方律师的同意嘛？嗯，那就是辩方律师每次在同意之前，他都会问个问题，他就说你是不是知道你看过这个 video 吗？还是你什么、嗯、你知道这个这个 document， 他都在补充、嗯、再问一下。但是从这些不管是直接还是我们的 Sabrina 问的问题当中，可以看出这个木兰他在签合同的时候，他的回答都是一致，他说我不知道这个合同说的是什么，嗯，我不知道说的是什么，但是你为什么要签、嗯、Miles Go， 我 trust Miles Go 100%、嗯、所以我要签。嗯，我只签我该签的，我就是服从，就是这意思。对，嗯，就是说都是郭先生、艳萍让签的，嗯，都是他们支持我啊，再加上个威廉，反正就是都是他们支持我。还有长岛，要不就是联盟，要不就联盟，嗯、对，反正就是别人让我签我就签，嗯，我根本不读这个文件，嗯，他的所有回答都是这个样子。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啊，他是一个领导者啊，嗯，对不对？他是一个董事会主席，对吧？他又是铁血成员。他又是这个农场主、嗯、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都不看的、嗯、他就说我 trust 他、嗯、但是他本身又是一个什么，他是一个职业注册会计师、嗯、OK、嗯、他有一个 accounting 的 master、嗯、硕士学位、嗯、对吧，是在这个澳大利亚的大学、嗯拿到的，之后就一直从事，而且今天我们的 Sabrina 在 cross 的时候就问他、嗯，你一直从事这个会计工作，是的、嗯、你现在还在做会计工作是不是？是的，嗯 OK， 而且你为了要拿到这个保持你的这个会计注册师的这个执照，你每年还得要就是要翻新它对吧、嗯、我们都是有 professional 的这个 PD 的这个 hour、嗯、你不断的要教你的这个你读的东西啊、嗯、或者是你符合的这个条例条款需要你做的一些事情，嗯，它都是 up to date 的，它都是计时的，所以他仍然还在做会计。那在会计我们的 cross 里面，我们的 Sabrina 就说，那你做什么？你是不是做 tax 的？你是不是帮助个人和企业做关于有报税啊、税务上方面的事情？他说是的。那帮企业做税不简单的，对不对？企业做税有很多东西要进去，你要很仔细啊，也要很符合这个报税的程序啊，还有法规法条。那你就是要你要给客人啊，这个就是提供一些建议啊，或者怎么样，对不对？那他说是的。嗯，那也就是说他在他这个回答特有意思，他说这是小事儿，对，对他这是很简单的事儿。他说不难，他说报税报企业的税很简单，很简单，不需要你说的 small business。对对对，是 small business， 这是小事儿。也有可能他说的是 small business 是小企业，但是小企业，当时感觉就是对他很简单。嗯，然后对他来啥，但是说什么就说 OK OK， 那你需要小心，对不对？对，你需要很小心。对，对，对，所以这就跟他刚才。在 testify 之前所有的这些签字的合同上的这个回答，就你就觉得哎，职业习惯的问题，对，你做了几十几年的这个会计，对吧？而且是注册会计师，不是一般的会计师，注册会计师要达标的，对不对？你才可以做的。但是他的这个职业习惯竟然在七年中的爆料革命里没有显现出来，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点。我相信明天还会继续的在这个点上做文章。我们既然讲到 cross， 我们在这个看这个 Sabrina 如何去领导这个 cross 之前，检方有三个是在这些证人当中很明显的一种重复性的一个逻辑。第一个刚刚Eva提到，就如果你知道他怎么怎么样，你还会怎么怎么样吗？这种逻辑用了很多遍，包括像问，对吧？如果你知道他要捐钱，你还会捐吗？如果你知道他不捐，你还会捐吗？这种问题出现了很多遍。第二个是什么？检方的逻辑层层递进，前面就说，哎，
你钱进去没有 receipt， 他对吧？他想说，哎，我钱过去了，我没有 receipt， 我没有 receipt， 我就是文员的对吧？对，我没有收据啊。这种第二，他现在来什么？他现在想要做到的是，就是你灭供这个事情你要拿开。他想要说的是，木兰就恰恰要把检方今天的这个策略说出来了。对，木兰说的是，你不要拿灭供说事情。对。对吧，他很明显，你灭不灭供，你有没有灭供，有，对，你有没有讲共产党，有，你有没有揭露，你有没有说共产这些人是共产党间谍，美国哪些人是共产党间谍，有，但是你不要跟我讲灭供，没错，这个是今天检方把这一张牌很明确的从这个木兰的嘴巴里面讲出来了，他这个逻辑开始往上推了，对吧？然后第三个我觉得啊，很简单的，就是他的真实的，以他的学历背景也好，或者是以他的这个真实的个人的客观的这个环境，你的教育，你的英语水平，你在国外生活的时间的这个长度，包括像凯琳对吧，对，然后这个以及你在这个法庭上作证的这个表现，它是不是符合常识的一种连贯性，就像刚刚 Eva 说的，你是一个多年的注册的有经验的这个会计，你应该有非常良好的职业习惯，而这种职业习惯像刚刚菲亚说，你应该要很小心，他说是的，我是很小心的，但是你却在爆料革命的这个合同钱的转账上面，你说他让我干的，他让我干啥就干啥，对，这种小心和你一贯的生活当中有的这个职业习惯和你想要在证词当中表现的东西就产生了这个不一致。对，而且这个不一致呢，不光是在我们的这个直接问询的这些当中，就是说啊，我什么都没看，我签的合同就是我，因为我 100% 我把100%相信违规签，他让我签我就签了，我闭着眼睛我签了。不光在这个时候显现，在哪个时候现在 cross 也显现了。cross 你还记得吗？ cross 的时候我们在交叉质问的时候就讲到了他的两份就是不起诉 non prosecution documents， 就是跟政府达成的这个不起诉协议，对吧？不起诉协议的时候呢，就是说这个里面就讲它其实有两份，这个我们待会儿再讲，但其中我跟大家讲的一个信息就是什么呢，我们这个 Sabrina 上来就问他关于这个不起诉协议，他说你是不是签了这个不起诉协议，你认为谁，如果你今天作证啊，就是做的好也好不好啊，或者怎么样，完整不完整，谁可以最后决定把你的这个不起诉和政府签订的这个不起诉协议给撕毁，OK， 谁最终决定，他说他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不知道谁最后决定到底不起诉他还起诉他，这很奇怪啊，因为你跟政府签了，那你答应应该是政府啊，对不对？政府会价值你今天做得好还是不好，完整还是不完整，还是达到了他们想要的结果还是没结果，对不对？他竟然说不知道，然后就这个问题 Sabrina 问了好几次，他都说不知道，你记得吗？这个很非常奇怪，然后 Sabrina 最后没办法，只能把那个不起诉他签的这个书给调出来，其中有一段他说你给我念出来，我给你点时间，你看一看这段什么意思。那这段上面就写着，这个政府啊，就是跟他达成一个协议，让他签到这个不起诉协议。如果他完成了什么准确的什么完成了什么，然后政府就不再起诉他，不再 bring any prosecution against 这个李亚，就写得很清楚。然后他再回来问他，是谁可以 tear up 你今天的这个合同？如果你没有达到标准，他的答案好像还是说我不知道。对，他就想说，你想咱们 Sabrina 可能要证明，就是说啊，谁能决定你到底撒没撒谎，对，就是你的这个 NPA 上写着的是你要提供真相，但是这个标准是谁决定的，是你决定的吗？你怎么能决定你撒没撒谎？如果你觉得你撒谎了，如果你觉得你没撒谎，但是政府说你撒谎会怎么样，他答不出来， I don't know。 然后他说那我的理解对不对，是这四位，就是那个 US Attorney Office， 这四位决定在上面有签字，都是拿出来，决定你是不是撒谎，然后给了你这个 coverage， 就是说告诉你你提供什么样的东西，什么样信息，OK， 你可以不被起诉，他说 I don't know，他都说 I don't know， 他就是不知道，他不知道，他只不知道这个签是跟谁签的，所以就不知道他是到底念了还是没念，还是他不 comprehend。但是问题是什么？在这个起诉书的时候，在6月2号，他有个律师的，而且他是说他是跟这个律师一起，也就这就非常非常奇怪了。所以他的这个答案也就是非，我不知道为什么他答案是 no。 和客观的这个现实上面来说，他不合乎正常的常识和逻辑，也不跟他的这个会计师的这个很仔细看文件，很这个。行为不相符合。第一个从英语水平，对吧，文员听不清楚，翻译有问题，对吧，你要弄不清楚，大家都觉得啊，是啊，抓耳挠腮，你弄不清楚，上来就是英语作证，
20岁的时候出国留学，然后专业会计师执照，从这个拿到现在，自己说自己有非常小心的职业习惯，有律师，最后没有读懂不起诉协议，而且对木兰来说应该是最重要的一份协议，没错，对吧？因为他不是在找安全嘛，他要去找 FBI、啊、找安全嘛， safe, 对吧？他找安全，他找的就是这个协议，结果他不理解这份协议，或者他在法庭上没有表现出来他理解这份协议，没错。其实今天他有一个事儿是成鲜明对比的，跟他说他不读协议，嗯，因为他说他在离开的时候的那个3800万那个事儿的时候。嗯，他说你怎么就离开，他说他读了他读了他觉得不对怎么你这会儿又开始读了，嗯，对吧？就是你为什么之前不读你突然就读了，然后你就离开了，对，这是一个小插曲，对，对，这是也是一个就点，就之前都不读，但这篇文章他读了，竟然发现里面有东西是错误的，所以他不签，突然就读了，嗯，那我们就今天飞侠这句话可能是个金句，他突然就读了他突然就读了是，然后今天下午一开始还是非常精彩的，嗯，我相信 Ava 也记得，对，第一开始很非常精彩。Sabrina 怎么开始的 Cross？ 我们现在要这个，因为他哭嘛，嗯，对吧？他不是哭嘛，嗯，那我们就开始以他的这个来开始。他说3800万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他找不到任何 resolution 了，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了，嗯，怎么能走出来？只能拿我的生命了，想要自杀了。嗯，对 ，Sabrina 就说。他说你，那你就是找着解决方法了，你现在还活着呢，在这儿呢。上来好幽默呀，上来他连着问这个，对，都给他上来他就不知道怎么答这个事。他一问，整个陪审团就精神起来了，你知道吗？因为之前听了这些东西就听不也很乱，你知道吗？那么多公司，那么多钱，转来转去不知道是在说什么。然后突然之间 ，Sabrina 很大声啊，你上午说的，你说你没有 solution， but kill yourself， 就除了你杀把自己的生命夺走之外，你没有任何的出路。好，所有的这个陪审团都很精神，突然之间就开始很注意要陪那个 Sabrina 说什么。我很好笑的是什么？就下午就我们 cross 的时候 ，Sabrina 一问完，因为很吸引人嘛，所有陪审团都开始看着 Sabrina， 然后突然之间一问完，马上头转向这个李雅，就好像很期待，很期待李雅，然后再转回来再看 Sabrina， 然后再转回去，就很可爱，你知道？就这个明显的跟上午的这个直接的这个问询是个鲜明的对比，你知道？鲜明对比，对。因为这个大型去矫情现场是吧？大型去矫情现场，矫情老半天了啊！他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事儿，他支支吾吾的答不出来，就是小瑞换着不同的问题就告诉你，哎，你这意思就是你找着 solution 了，因为你还活着呢，你没有自杀。他最后说了一个说，对，你别漏了，好好说。Sabrina 还问了啥？好好说，太精彩了。他说 your problem。嗯，就是这个你的问题是导致你只能要去自杀，对吧？啊，对吧？然后说，那个你也证词说过你没有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法，对吗？就类似这种问题，就是说问了好几个，问了好几个，说你就是找着 solution 对吗？他不能，他不正面回答这个事儿。嗯，但最后支支吾吾就说，嗯，他就问你确实找到了这个解决办法，对吗？嗯，然后他说，在我联系了这个破产案的这个律师这个 trustee 之后，嗯，然后他在联系了 Luke 之后，他找到了解决方法。对，他说 Sabrina 就紧接着就问，不给他一秒钟思考时间，说那你就是在那之后找着的解决方案，对吗？然后说你今天在这儿，对吗？然后这时候法官就问，说你有找到其他的解决办法吗？挺有意思的。然后他就说，当我意识到我还有女儿要养的时候，对，我不能自杀，我发现我不能自杀，不矫情了啊，不矫情了，所以我联系了美国政府，对，这是他说的原话。说 Sabrina 赶紧就问说哪个美国政府，他说 first 是 trustee 对吗？嗯，第一个先是联系 trustee， 是 trustee 啊，先联系 Luke， 结果他说对，他说 trustee，嗯，他说你觉得 trustee 代表政府对吗？他说 yes 对，然后是 Luke Despin 吗？嗯，就是 Luke Stepson 告诉你他代表政府啊，告诉政府，对对对对对，嗯，然后是的，然后是你自己联系的 Luke Despin 吗？嗯，是的，你跟他说话了吗？是的，你在电话上跟他说话的吗？他说我在网上跟他说的 online。嗯，他说邮件吗？他说是一个网上的那个电话会议。嗯，他说是 WebEx 吗？嗯，他说想不起来了，不知道。然后都谁在那儿？是谁 set up 的，是对对对，谁组织的这个会，谁组织，然后谁在 trustee，然后
这后面就是很多细节，就是说 you talk to trustee， 哦，你就是 talk 过，就是跟所有 trustee 都，所有事都说了嘛，嗯，然后说是的，然后说你知道 PAX 吗 ？PAX， 嗯，就是这个、这个基金，他说，yes， 然后，他代表着，就是说这个人代表这个 PAX 嘛，嗯，然后他说不，这是政府的人，嗯，然后这是他告诉你的吗？嗯，他说不是，然后在这之后你又联系了 DOJ 对吗？嗯、是的 ，FBI 是的，嗯，美国律师办公室，检察院办公室，检察官嘛，对对 ，US Attorney Office，、嗯、是的，嗯，然后全是你自己在澳大利亚联系的吗？是的，他说是的，嗯，看到没有？全是他自己在澳大利亚联系了那么多部门，对，然后多少次十次、嗯、说的，然后说你记不记得那个就是第一次会议、嗯、对 November 1st 对2023年11月1号对、嗯、11月1号跟谁的第一次会议应该是第一次跟这个他说 I met them in person in Australia 在澳大利亚第一次跟他们见面在澳大利亚的11月1号美国政府的人应该是我觉得他说的是、嗯、他说就是这个政府的人员政府的人员他没有说是澳大利亚对11月1号2023年第一次见到木兰是 in person 的对、嗯、在澳大利亚对对我撇个风水那个话题啊、嗯、今天大家知道曼哈顿其实下了这个瓢泼大雨今天不是微风细雨今天是狂风暴雨但是呢很有意思的是什么我们3点钟开始做英文节目嘛、嗯、3点钟我们的战友坐在这儿的时候后面雨停了然后慢慢云就开了这个是很神奇的就是3点钟的时候然后今天刚刚说 Sabrina 上来大型去矫情现场矫情一去太阳都出来了所以这个是风水啊这个是运啊然后这个刚刚飞侠说了几个我觉得很重要第一个这个很明显对吧就是咱们辩护律师不吃这个矫情这一套上来就说你还活着那你肯定找到解决方法了是吧这很幽默的一个这个方式来开场然后 Ava 描述的这个法庭的情况就是大家一下子就是很专注、嗯、然后头就是这样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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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对吧对来来回回说明什么说明这个会给陪审团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他是非常认真的在观察你到底要怎么样去应对这个东西对没错然后第三个、嗯、刚刚飞侠说到几个重点你有没有联系 Luke 有你有没有联系 FBI 有你有没有联系 AUSA 对吧检察官办公室有而且你是在人在澳大利亚的时候你主动联系而且木兰当时在澳大利亚的时候就在澳大利亚当地见了政府的代表人员没错而且是 physically 就是人跟人之间见面的跟 Luke 是在网上就有过通话所以可想而知对吧他今天才上庭嘛今天是6月份2024年的6月份没错大半年的这个时间他就已经主动的联系主动的准备小心的职业习惯突然就读了大家懂了啊好非常继续这个总结的很精彩对然后接下来就说了就是很多的这个时间就是说他几次比如说啊这个还有一次是在11月份2023年、嗯、还有一次我日期忘了好像11月2号还是10月几号、嗯、第二次然后第三次是然后接下来就是2月份今年的2月份就2月29号2024年3月1号3月4号3月7号3月15号3月18号3月25号3月9号4月11号4月18号4月21号4月23号4月24号4月28号很勤奋嘛对这绝对不止十次了吧我觉得这绝对不止十次而且很多这些有些是什么是 email 有些是 webex meeting 有些是这个通话没闲着对真没闲着很忙OK， 而且很多就问到他是不是很多次是他发 email 给我、哦、还有6月1号然后6月2号6月3号6月4号成立他了、嗯、包括6月5号对吧6月5号、嗯、昨天他过来上庭、嗯、出庭之前没闲着、嗯、真没闲着所以问他知不知道你记不记得你跟他们 meet 过、嗯、他的回答有28个我如果没记错了但是还是以这个庭审记录为准啊、嗯、大家去数一数对 I don't remember 我不记得了我不记得了，是不记得了，嗯，就包括6月初他都不记得了，嗯，你知道吗？这个是6月1号 ，Do you recall？ 不记得，给他安全的人他不记得了，这个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所以他都不记得。他就记得一个6月1号的 meeting、嗯、是和弗格森
就是这个检察官，嗯，他因为 Sabrina 直接问的是 in person、嗯、Ferguson、嗯、他是直接问的你是跟弗格森见面的、嗯、in person 对吗，在 office 里面、嗯、在他的 office 里面、嗯、他都回答是的。 How long 记不清楚了、嗯、然后那个弗格森有没有就是记笔 记你记不记得、嗯、不记得了、嗯、OK， 那你是在你面 meet 他之前你是有律师吗？他说是，他是请了一个，就是他们帮他找了一个律师。嗯 ，OK， 也就是说在6月2号，这就说到我们的两个不起诉协议书，也就是说在6月2号。为什么有两份 ？OK， 这个很重要，我觉得这个信息很重要。为什么有两份？跟大家先讲一下哈，这个不起诉协议书的第一份，嗯，是在6月2号，我们今天展示出来，在质询的时候把这个6月2号这份展示出来。今年的6月2号。就是前几天嘛，嗯，6月2号2024年，他刚刚才签的，刚刚才签，是在这里签，他人已经到了美国才签的，对，跟律师，而且有律师，但律师没有陪他出席这个6月2号的这个会议，这就很奇怪，嗯 ，OK， 但是他这个签的时候呢，他显示出来这个6月2号这个版本啊，他上面就写了他会提供关于这些公司的一些信息，我就记下来了，里面有什么 Rule of Law、GTV、G Club、Himalaya Exchange、Himalaya Global Alliance， 还有 NFSC， 嗯，这是只是第一份文件里面的几个写到的这个公司的实体的名字，但是第二份文件是在6月4号的第二份，第一份他没有签，嗯 ，OK。第二份文件是6月4号，我们 Sabrina 展示出来，这个时候上面有很多的实体，嗯，加了至少有7-8个多的实体在刚才的那份名单上，嗯 ，OK， 就是我们大家就是在刚才我们早一些的这个更多的其他的对其他的一些有提到的这些公司，对、嗯，全部都加上去了，而且这份文件是他签了字的，嗯 ，OK， 对，这是我补充一点，嗯。这两个实体的这个是直接放出来当证据的，就写了一堆公司不起诉协议的这一半这一片、嗯、对，然后说还特意跟他确认这是你写的对吗，而且你是很小心写的这个，他写的你读的还是你写的，你写的就是哦，这公司的名字是他写的，是他写在这个不起诉协议上面的，对，而且对Eva 继续，对，所以说这就又是一个问题，他很小心的把所有的这些还跟他确认，他说你这个公司名写对了没有，这个对不对，嗯，还 HAA 这个名字对不对，还是哪个公司问他，他说对的、嗯、哦，是 Archwood， 对 Archwood， 他说这个名字是不是正确的，嗯，是正确的，嗯，你知道吗，然后就但是我们律师啊就是没有关于问为什么这两版、嗯、没有过多的询问、嗯嗯、但是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嗯、给人的感觉就是说他其实可以签第一，他其实可以签第一版的，他为什么没有签？他为什么要在见了检方之后，把所有的这些所有的相关的不相关的全加上去之后，而且是他提供给检方的，然后再签字？嗯，我们不知道这个问题是没有出来的，但是这个是成为呈堂证供给递交上去的。他这么多实体的名字，他的写这个叫什么？这个叫 coverage， 就是说覆盖范围，覆盖范围，就我们合作。在这个协议上、嗯、覆盖到这个范围、嗯、你想他是把所有的这些的以前的有的还有现在没有的，然后所有他能提到的跟他这个案子什么提全都加上去在第二版、嗯、所以这是为什么我们的这个 Sabrina 之前呢有口误啊，就是在开始这个交叉询问的前半个小时都把他称为 Mr. Lai， 因为他这个last name 你知道吗，因为美国人嘛也不知道他叫 Lee 还是 Lai， 这个 I 嘛对不对， I 嘛当然就可以叫成 Mr. Lai， 然后这个我们的检方听不下去了，就说啊我反对，我要提醒这个我们的这个交叉的这个辩方的律师，这个李雅小姐的这个信啊，不读这个赖，读成利。我们知道这个赖还有一个意思嘛，在英文里面这个撒谎，对，撒谎就是一个赖。那这个 Sabrina 也很开心，也很优雅的接受了这个哦，对不起，我现在改口，我这个叫他 Mr. Lee， 有这么一个细节。伟大的 Sabrina， 伟大的 Sabrina。嗯，然后就是我觉得刚刚是小小的总结一下这个刚刚 Eva 说的，包括跟政府一系列的这个见面啊、通信啊、email 啊，对，大部分可以说甚至是全部来自于这个木兰这一个证人，都是他主动的，包括连刚刚飞侠说到的我不起诉协议所覆盖的范围，连扩大这个范围都是木兰主动增加的。因为这是我自己认为的，虽然没有确认，不一定说是主动，啊、对、嗯，但是他一定是他自己提供上去，他提供了这些名字，他写出来的、嗯。那如果不是他主动，那这个事就更有意思了，嗯，对不对？对，
这个事儿只能留在这儿给大家去思考。嗯、对，因为他的第一版，他如果在6月2号就签了的话，其实第一版我刚才就结束，只有五个，就很短的几个，而且离他上庭是非常近的。3天嘛，对，5号上的庭，没错，2号才签的协议，没错。所以，但是我们就不知道这里面的一些细节，但是我们就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的确有被陈塘镇供放上去、嗯，而且让他宣读出来。嗯，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这个，等一下还有一个问题，嗯、刚刚Eva说这个28次我不记得了，问你有没有这个时间跟他们接触，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我不记得，有没有？非常近的日子他不记得，6月1号、6月2号、6月3号、6月4号记得，有没有不记得？但是6月5号好像，等一下哈，哦有，6月5号他说不记得，哦6月3号是，让我看看 ，We never met you and I never talked to him， 嗯，好像没有。他最近的一个是好像是5月16号到那边都不记得。嗯嗯，问他3号的时候，他说见了福格森。嗯、对，见了。4号是不是你们有1到2个 meeting？ 记不得了。那哎哎，好啊。4号有没有 meeting？ 不记得了。4号是那个起诉协议第二版。他说不记得，我这里写的是他 meet again， 他们又见面了。就是问他你们是不是又 meeting 了1到2次，4号，然后说记不得，然后 again 是5号，他说 meeting again 是5号，记不得了。大家去看，抱歉，是没有。对 ，no。大家去看 transcript， 一定要这个要看 transcript， 一定要去看，对，对吧？28次不记得，就像凯琳那个一样，嗯、对吧？你那么多不记得 ，Memorial Day 你记不记得啊？是吧？啊，这个就是一个策略啊，这个是我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一个策略。28次不记得，但往往是你签合同这几天，如果你不记得，那你的证词又是有一个不连贯。对，没错，而且你想想看啊，他签的这个不起诉协议书的这个时间正好是6月4号，对，你不觉得很神奇吗？6月4号是我们建国，就是新中国联邦，他就在那一天签了这个 这个 prosecutor 作为一个污点证人，就在那一天他决定了自己的命运，对不对？就作为反对新中国联邦反对郭文贵先生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说这是很神奇，正好也在6月4号，而且是我们建国的这个，在我们庆祝我们的这个运动，对不对？在我们展望未来，展望这个没有中共的时候，他却作为一个这么样的一个污点证人，我觉得真的很神奇哈。还有一个问题，细节问题，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律师呢就问了，他说在在11月5号的去年的11月5号到今年的6月5号之间，你是不是从来就没有和我们的律师沟通过？就包括。我们的任何的就是 team 里的 team 法官纠正就是 defense team， 你都没沟通过。辩护律师，辩护律师，郭先生他从来没有，对，他从来没有联系过，嗯，就他只联系了这政府，只联系了 trustee， 只联系了 DOJ、嗯、FBI， 但他从来没有一次跟我们的辩方的律师团队的任何一个人联系过。嗯，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问这个问题啊，但是我觉得他有可能之后会回来，嗯，其他的什么，没错。那今天这个因为到下午的时候，其实政府还是问了一些问题的嘛，对吧？对啊，我还问了一些问题。对，今天给 Sabrina 做这个交叉质询的时间有多长？大概啊，我写时间了，我看看啊，这个换一个本子，11:40开始的交叉的质询，那就是一个多小时，一个多小时，对 ，sorry， 1:40，下午1:40，那就是1个小时20分钟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交叉的这个质询。对，那今天 Sabrina 在这个交叉质询的时候，因为刚刚我们看到了第一个这个切入点，对吧？你有没有解决方案？你有，然后就是很常规的一个这个质询的一个过程，问你和检方的这个接触，问你和检方的这个联系。那然后这个不起诉协议书的这个说明，对吧？对，之后 Sabrina 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切入点？有，你像你先来，你记得比较细。这个那我们就分着来，我讲了 Eva，我给你补充。对，我把那个工资的事留给你说了。对，还卖关子。这个 Sabrina 就问他说：“你当时说 Rule of Law Foundation 这个，就问他郭先生。”你不是说那个你证词里说你郭先生给你要让你去做他指定你去做的董事会的这个 director， 他说你确定郭先生不是在问你是你想不想去做？对，然后木兰这个时候就说他说他选我去做
法治基金的 director。 嗯，然后你说对了，你说 yes， 对，我说 yes， 我说是我同意了。然后那个时候，郭先生在这个董事会里吗？嗯，他说不在。嗯，那他教你如何去做这些事情了吗？嗯，他教你怎么能，就他告诉你怎么能让你去当董事了吗？嗯，就这个流程，他告诉他是知道你怎么弄上去的吗？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嗯，那么有没有其他人在董事会里面？嗯，有。嗯，他说你知道比尔格茨是谁吗？嗯，他说知道。嗯，他是谁？他说他是个记者。嗯，然后说他也是 director。嗯，然后 John Morgan 呢？ John Morgan 不是。嗯，然后那还有谁？凯尔巴斯他说。嗯，然后那班农呢？嗯，说班农不在法治基金。嗯，他在法治社会。然后那 Sarah 魏，就是那个魏丽红。嗯，对对对，我不记得了。嗯，然后 Mr. 冯，他说一个 Mr. 冯。嗯，冯先生不知道。嗯，他说不知道。嗯，然后你做了多久？然后就是从一开始。嗯，说那你知道 Victor Cerda 吗？就是知道 Victor 吗？嗯，Rule of Law Foundation 的 Victor。嗯，我知道。那他的 role 是什么？他是。嗯，他的角色是什么？他是。嗯，也是 director。嗯，然后你参加董事会吗？嗯，这个他们开会。嗯，他说我参加。郭先生在那儿吗？不在吧？他说不在。嗯，他说你说的是对，不在。然后说法治基金他就会 schedule， 就是记这个排很多的会议。嗯，然后会议记录会有人会记会议记录对吗？嗯，他说我不知道。他说你有会议记录的这个你能拿到这个记录吗？嗯，说我不知道。然后那你从来没有跟法治基金要过 paperwork 吧，就是这个纸质的协议。嗯，对，或者说纸质的东西。嗯，他说没有。他说你其实是没有权限要这个东西的，对不对？然后他说我只知道要投票。嗯，然后他说那 OK， 他说那你知道怎么投票，这也是你的决策，对不对？嗯，然后他说我会跟郭先生去咨询一下。然后 consult with 郭。嗯，在投票之前，而且他说 before 投票。 before 投票。嗯，我会跟郭先生咨询。嗯，对。然后他说但这是你的决策对吗？他又来一句，他说他跟我说，他说我可以去问他，如果然后这时候 Sabrina 就是说重复一下，他说你可以去问他如果你想的话。嗯，对。然后他说他要这个 direct 这个方向。嗯，他要掌控方向。嗯，掌握投票方向在一些问题上。嗯，说 on some issue 什么问题。嗯，什么问题指出来。嗯，你给我一个问题，你能不能告诉 我什么问题？文爷是文贵先生告诉你你要怎么投票的。嗯，你给我一个。想了很有一小段时间。嗯，对， I don't remember。他说你一个问题都记不住。嗯I don't remember， 我记不住。嗯，然后那么他还问了说郭先生有给你这个投票的方向吗？嗯，我不记得了。他说那他是说rule of law， 他说他给了他个例子，他说 rule of law 去帮助那个乌克兰救援。啊，乌克兰。对。然后郭先生有告诉你是怎么投的吗？嗯，我不记得了。嗯对，是 Sabrina 给了一个例子。他是先问了一个乌克兰救援。对，他是先问了一个说有没有指示你投票。嗯，他说我不记得。然后就说紧接着就是Eva说的乌克兰救援。嗯，他说先问的是法治基金参加了乌克兰救援对吗？对的。嗯，然后他建议你在这上面投票了吗？嗯，他建议你在这个行为上投票了吗？嗯，I don't remember，嗯，我不记得。然后他说那这个法治基金的宗旨。嗯，又说了一遍，说这是宗旨什么，就是拯救中国的这个人。嗯，中国人。然后你投的是要去拯救对吗？我不记得了。然后他说当就赶紧话题转到 PPE。 对，就是那些口罩上。嗯，这些防护设备上。嗯，他说要送去医院，送去这些机构。 NYPD 你投了吗？我不知道。嗯，我不记得。去中国。嗯，我不记得。去 NYPD 我不记得。所以你根本就一个事儿，你连一个 single 一个事情你都不记得了，你在 Rule of Law 的事儿。嗯，你 Rule of Law Foundation 的事你都不记得。嗯嗯，
他没有回答出来 ，Sabrina 就说 OK， 不用不用不用回答了，我往下走了，不用回答了，我往下走了，啊，一口气顺的好舒服呀，一口气顺的好舒服呀，对对对。但这个当中，我打断费夏一下，这个当中很有意思。你看 Sabrina 他问问题的一个切入点，慢慢的问，他也很温柔啊。你是不是董事？是，董事都有谁呀？啊，他说，哎呀，郭先生让我当董事。但你看 Sabrina 他细节上把握的很好，他说的是，如果你想的话，对对吧？这是不一样的。我指认谁，跟我问你想不想，这是两件事情。他说的，他说这是你的决定去问文贵先生的，对不对？对。对对吧，这是两个事，然后问，哎，你知道谁是董事谁不是，谁是董事谁不是，然后说你们都开会吗，是吧，哦，我这个我没有会议记录，我没有文件。他说，哎，但是我投票，既然你说了投票，那我就问你都投了什么票啊，你又说了又害怕了，我不记得，一个都不记得，一个都不记得。然后 Sabrina 非常聪明的，我把乌克兰救援提出 来，我把口罩的事情说出来，因为前面就已经说了嘛，凯琳说，啊，我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要口罩呀，这个是中国产的，为啥要口罩。我这会儿我就把上一个你的疑惑在这儿我就放出来，没错，拿出来。所以这非常聪明的，也很温柔，娓娓道来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切入的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太阳又越来越灿烂了，后面太阳。在这个，因为再往后问了一段 WhatsApp 的事就结束了，但是在之前还有另一切入点，我觉得 Ava 一定要讲一下。这个切入点我看看啊，就是他自己，就是他的一个 volunteer， 就是他的翻译嘛，因为他不是自己说这个翻译很多很重要的文件嘛，嗯，那就说到了这个他给文贵先生翻译这个法律文件，嗯，然后他就问他说你是给翻译的什么法律文件，然后他就回答，他说我不记得细节了，他说 I don't remember 的细节，他只知道是法律文件，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法律文件，问他是什么的，不记得，突然就不读了突然就不读了啊，然后我们 Sabrina 就说，他说法律文件是个很 technical， 对吧？嗯，你同意吗？非常有技术性的。对对对，嗯，就是同意啊。那，他说我一直尽我的这个最大的努力 ，I do my best，嗯，就去把它最准确的翻译出来。嗯，那你觉得你自己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吗？你觉得你自己做的成绩怎么样？是不是很好？嗯啊，所以你才成为一个 farm 这个 G translator 这个 leader， 对不对？嗯，啊，他说是的，我觉得我做的不错，而且他就说到自己，你管就是 supervise 十个人，嗯 ，OK， 而且最后呢，这十个人呢有壮大，嗯，然后呢，他就提到了一个什么呢？提到了一个然后我们的 Sabrina 就问他，他说你有没有从这个 rule of law，嗯，啊，从2021年开始呢，你就拿到这个为你做这个就是怎么讲，做监督 supervisor 的这个、嗯，这个位置有没有得到补偿赔偿？不是，就是 reimburse， 对，就是给你一个补偿，给你补偿，嗯，就是给你的补偿，嗯，经济补偿。对，然后他说有，那多少？你是拿了多少钱？嗯，然后他就说10000，他开始没说是每个月10000，然后是 Sabrina 说是一年还是一个月？嗯，一个月，那就说一年是120000，嗯，一年是120000，那也就是说，就问他，他说你这个钱是不是你可以自由支配的？对，有没有人会告诉你这个钱要怎么用？嗯，没有。OK， 有没有人要检查你用完这个钱之后你用到哪里去，有没有？嗯，没有。 OK， 这个钱就是完全等于他自己自由支配的呢，嗯，然后他就说到自己在监督，后来他说自己监督100多个人，啊，对，100号人，对吧？100号人，就开始10个，但是这10个最后就壮大100多个人，嗯，然后那时候呢，那 Sabrina 就问他，他说那你的这些壮大，你到底就是你 supervise 是什么东西，就你就怎么 supervise 的。然后他就说到，他说我从这个文贵先生那里拿过来要翻译，就是要任务拿给我之后呢，嗯，我再把这个些翻译任务呢就发到这几百个这个志愿者这里，嗯，然后这个 Sabrina 就说那你只是从文贵先生那里拿接受任务吗，接受翻译任务吗？然后他就说大部分的时间 most of the time， 对吧，嗯，他说 most of the time 是从文贵先生那里收到的，嗯，然后他就说你知道其他的农场也有做翻译吗？嗯，就比如说他们从中文到英文，英文到中文，嗯，那你有什么就特别，就跟你没什么区别嘛，对吧？就你也做他们也做嘛，啊，他说不是的，他说文贵先生告诉我呢，我们是 translate 非常重要的文件，嗯，所以呢就是我们是很特别的，嗯，但是其实但后来他问他什么重要的文件还是怎么着我不知道，但是他说他不记得了。你为什么觉得你为什么觉得特别重要的，对，就是郭先生说的很重要，嗯，
对，关键是告诉他，他说他很重要。对对 对, 对，就是这一块，所以这里呢就突出一个信息是什么？他其实跟他说他损失了20000块钱，对不对？嗯、他刚才不是说你损失多少啊？投资、嗯、啊，投资损失2万块，然后每个月都有10000块。从2021年7月开始，一直你想想看，对不对？他拿到了多少钱？23年7月是2年了呀，对不对？所以说他，那你真的是损失了吗？对不对？就是这个。昨天正好说到这个，昨天有一个话题没说，他是不是戴了一副太阳眼镜来啊？对对对、嗯，这个就是他就是提到这个是文贵先生给他的一副太阳眼镜，嗯、然后就问了他啊、就 cross 的时候问了他，说你怎么拿到这个东西？他、嗯、说关键直播的时候就问他好不好 看，喜欢吗？我说好看，喜欢。就送给然后七哥就送给我了，就是寄过来了，直接就寄过去，所以我才今天拿到法庭上、嗯、这是他说的。对，我相信他想说这个眼镜的事情是因为他想，因为他之前在早上的 direct 里面经常会问到，就是说、嗯、你 trust 文贵先生对不对、嗯、那你什么时候参加投资的？是3年以后，也就是说是我跟随文贵先生3年以后我才开始投资的，这个问题也问了好几遍，就一直在讲 GTV 投资是什么时候开始，是3年以后，是我跟随他3年以后、嗯、所以我在想这个检方的用意就想表达出来，这个木兰和文贵先生之间是有交情的，嗯，而且这个文贵先生等待了3年以后才开始所谓的他们说的这个 scan， OK， 他们口中的 scan， 也就是他希望得到人们的信任之后，他才开始运作他的所有的这些机器类的事情， OK， 这是我觉得是检方是想要达到的这个目的，嗯，然后最后结尾的时候，今天就像刚刚他说的，最后的结尾其实也很精彩，但是感觉就好像不想离开，对，因为刚刚提到这个，刚刚开始，你知道吗？就而且我觉得这块很有意思，就是大家应该会很觉得很兴奋。然后这块就讲到了一个 WhatsApp group 的一个功能，嗯，对吧？他就说这个群组的一个功能，对群组，这个 Sabrina 叫这个群组叫 IBG 群组，然后那个木兰说。我不知道你说什么，他不知道什么叫 IBG 铁血组，对，然后那个Sabrina 就提醒他，他说你们不是有个叫铁血组吗？然后木兰说啊，我们不叫 IBG， 我们就叫铁血组，就叫 Iron Blood Group， 我们用全称，我们不用简写，所以我不知道你说什么。然后他就提到，就是说在这个群里面是不是有人对你提出过一些抱怨，就是有人抱怨过你在这个群里面，然后他说我不知道。他说我不知道，根据就是对你的工作的这个 work product， 你的工作的产品对你进行过抱怨、嗯、他说我不知道。然后还有人就是提到，在群里提到过你对你的下面的一些人非常的粗鲁、嗯、OK， 粗鲁吝啬 mean and rude 对 rude、哦嗯、mean and rude 对粗鲁，而且很 mean 的话是怎么讲，就是刻薄 对, 对，这是个很好的词、嗯、这个比较准确一些，对，刻薄和粗鲁我不记得OK， 然后这个时候刚刚要把一个照片拿上来，这个时候就拿上来一个文贵先生和菲菲的一张照片，嗯，然后他就说就说这个你跟这是谁这是文贵先生跟菲菲，你是不是跟菲菲这个搞不好关系，搞不好就是关系不太好、嗯、关系不太好，在铁血组里、Sabrina 问对，他也是铁血组的成员，你们都在铁血组里对，然后就是说 no， 他的回答是我记得是 no， 他说没有、嗯，然后又来了一个照片、哦这个、他是说 you can， 就是他是一个否定的，说你是跟他搞不好关系、哦、对吗？他说对的，你跟他处不好、哦、对是吗？对对对、嗯、对的，他说是的是的，处不好、啊、他承认他处不好、啊、他也在铁血组、嗯、对的对的、啊、对，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时候就差不多结束了对吧？对，然后他就确认哈、嗯、他也是一个这个铁血组 member， 然后那个、嗯、那么他就这个时候这个菲菲和文贵先生照片结束之后又放了一个照片，另一位战友、嗯嗯、然后说 testify 是谁、嗯、他说了战友，他认识这个照片里的战友，对，只有认识他、啊、就结束了，对，今天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嗯，然后在尤其是这个特有意思是啥、嗯、在问这之前 Sabrina 就知道他可能答的会很奇怪，他就要先铺垫、嗯嗯、他说其中一个功能、嗯、WhatsApp 的功能就是抱怨对吗？他说不是。然后说那任何人都能在这个 group 里抱怨对吗？然后人们可以在这里面发起抱怨对吗？然后他都说对对对对，然后那有人抱怨过你对吗？对，他说对吗？还是他说不知道？他说对，他说对 ，OK。他说你很刻薄、嗯，我不记得了。然后你记不记得？你是不是也不记得？人们就是有人说你很粗鲁，嗯，对他们，嗯，
然后就是后来就是这个放照片的事儿。对，但之前我漏了一个，我跟大家讲一下，之前就是在也是 cross 也是交叉质询的时候，这里呢就说到一个他是怎么认识文贵先生的，说到这个2017年的 VOA 之后呢，就问到他，就问到哎木兰你是不是也有在中共国也有家人，嗯，然后他就说是的，然后他说他说那你是不是不敢直接就是就是公开说 CCP 的一些不好的话，好，是不是啊，他然后木兰回答说木兰回答说没有，我说了，我的确有公开出来站出来说这个 CCP 不好，哎，那个时候就然后我们的 Sabrina 就问他说你是怎么公开说，你说这个头像你不是你露过脸吗，你没有露脸，这个你用的是个照片对不对，那你也没有在直播上露过你的脸啊，你怎么就公开呢，然后他木兰就解释说他说我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好像是 X好像是社交媒体上 post，对，他说他是 post 来推特来 say 就是说这个灭共的事情，所以他认为他自己就是已经公开这个对这个中共已经说不了，但是我们的 Sabrina 说他说你没有用你的真名对不对，你没有用你叫林雅对不对，你是的啊，你没有用你的真名是因为你害怕 CCP 对不对，是的，你所以因为害怕所以你不敢直接公开露脸来就是来说 CCP 对不对，就他有问到这一段，这一段我觉得挺重要的，对，他就是说那你的意思其实你并没有本人直接发过对，你公开不能算是你真的公开发声，因为你用的没有一个东西是你的真的名真的脸，对，所有都是假的，所以你是一个网就是类似一个虚拟的人物，对，对，所以这一点他也在之前的问询当中提到，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当中可以看到 Sabrina 的一个用意是什么呢，就是检方上来说的时候他完全没有说你木兰露不露脸的问题，对，他上来就说你看他是什么成员他是什么董事对吧，你如果有一种先入为主的那感觉，你觉得哎，因为他有这个身份因为他有这个名号他可能是一个位置很高的人，对，但是 Sabrina 的重点是什么，你 Sabrina 的重点是什么，是灭共这件事情上面你承担的风险，就你露脸跟不露脸的人承担的风险，真名和不真名的人他的风险是不一样的， 对吧，那对于一个没有这个就是说对于像木兰这样的一个情况， Sabrina 的点就是对比像检方想要树立的那个很高大的很核心的非常高层的这样的一个形象，Sabrina 给了他另外一个角度，给了陪审团另外一个角度去看木兰在爆料革命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和形象，没错，而且我觉得这个点很有可能是文贵先生就是能看出来有文贵先生 input， 因为这是他们商量得出的要怎么样去 cross 的一些重点，对不对，因为我们其实在过去如果大家是老战友的话还记得文贵先生一些在直播上对不对，其实对这个我们这个木兰传奇战友他其实前战友其实有讲过很多的一些号外的信息，就是他没有在直播里讲明，但是他留下了一些信息，比如说我昨天才回到了这个回顾了一下，好像是2019年他在一个直播上他就提到就是说这个木兰传奇战友是有故事的，嗯 ，OK， 有个料，他就在说啊，我要不要报你啊？这个木兰传奇的这个料啊，让我看看木兰传奇战友怎么回答。然后他就看那个留言啊，不要不要，就说木兰说不要不要，那我今天就不报了。这个料这是一个这个大料啊，这个以后还是让这个木兰自己来跟大家讲，这个料是跟海航有关的，怎么怎么。而且我记得在五周年，这个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在419五周年，因为当时我也在嘛，正好在这个三 C 总部，然后当时就是这个木兰传奇战友连线跟直播铁血组连线，那七哥当时又说了。就说到就是有一张照片，海航有一张照片，是非常重要，和木兰是有直接关系的，而且我记得当时在直播上文贵先生还开玩笑就说，哎，你认不认识，你有没有见过陈峰啊，你有没有见过这个王健啊，然后没有没有我没有见过，然后就是开玩笑啊，你有没有被双休啊，怎么怎么，就是就开玩笑的说，然后木兰说啊，我还小我没有见过怎么怎么样，然后七哥就说你要为真不破哦，然后就大家很开心的就叫过去了，所以很多的这些事情我们大家又回来又要回到王健跟海航，所以我觉得在很多的这个 cross 的这些策略上这些问题上和他说的这个内容上，我觉得都是有很多的我们这个七哥的身影，当然当然，说到他岁数小这事儿，我想今儿还有一事儿没说，你可能在英文节目里说了，就是他问到他大学这个事儿的时候，这个 Sabrina 就问说你的这个学历是就是说你在中国学的是什么，国际贸易，那你去了澳大利亚，我看到你证词里说你是考的会计，
那你能告诉我你在澳大利亚是哪个大学上，在上的哪个大学吗？对，嗯，这个我有写下来。这个问题愣是几分钟没答出来。对，几分钟非常奇怪，可能有一分多钟愣是没答出来，嗯、然后最后在哪上学都忘了，在哪上学答不出来。这个我觉得一般人上学不能一下上个七八所八九所吧。而且你知道吗，就是一般我们出国留学你说是选择的，你就是你自己知道，还有自己经历这个，对，你会去比较学费啊，对不对，你会去比较入学的门槛啊，我要不要提交这个推荐书啊，就你肯定不可能忘记这个学校的名字，对不对，你获得了这个学校的证书你会一直记着、嗯、对，当然了不排除有些人的这个他的侧重点不一样，他可能会忘掉。但是今天确实在庭上这个事情是很蹊跷的、嗯嗯、他答不出来他的大学名字，然后后来支支吾吾说的是那个是哪个大学 Malcolm 还是什么，声音非常小，我记 Malcolm University 还是、记不下来，就声音非常轻，一个 M 开头的大学、嗯、非常小的声音说了一句话、嗯、对，愣是想了这么久，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交叉质询已经看到了很多的，而且还有个细节、嗯、我跟你说，就是你他之前不是在直接问询的时候你不是说下半段很温柔吗，就他也很温柔、嗯、然后那个就直接质询、这个、对检方，就直接质询的时候、嗯、就最后快结尾的时候、嗯、就因为要同情心啊这种、嗯、啊女生啊母亲啊、嗯、这种啊为家庭啊、嗯、很内疚啊自杀等等、嗯、所有这些。好，到了我们 Sabrina 这个问询的时候， Sabrina 问了，我不知道我忘了是哪个问题、嗯、这个这个李就是木兰他坐镇的时候、嗯、他的声音非常响，他 no， 他就他突然之间就是好像不酥麻、啊、对，不就没有那种就是换了一个人设你知道吗，我还震惊了一下，哎，我说他明明声音可以很大啊，你知道吗，他明明声音可以很有底气啊，怎么之前就是好像就是没回过神的那种样子、嗯、就是给我感觉他的声音其实是可以很响的、嗯、不是非要那种轻声细语的那种、嗯嗯你知道吗、嗯、就是所以我就很，我们后面戏演完了，在战友都说哎呀 Sabrina 太给力了，就大爱 Sabrina， 就是完全把这个真相你知道吗，就是整个的这个通过质询的这点点几个很有考量的这些问题、嗯、把一个穿针引线、嗯、所以我觉得明天会很精彩，嗯，大型打假现场，大型去矫情现场对，接下来想说什么，因为这个事儿今天没有问多少、嗯、但是非常精彩、嗯、就是因为 Sabrina 声音很大、嗯、问的是对很有底气，很紧凑，而且中间有两三个问题、嗯、他都没要答案，直接有爱慕棒我过了，你不用答了，你不需要答了看你支支吾吾你也答不出来、嗯、可能对、但是同样我们也不能忘掉检方的策略是非常非常严谨和严密、嗯、对，包括他当时说到了我们这个说美加日、嗯、喜马拉雅喜联储在美加日的这个不能够登录的事情，对，但是他说有包括他操作过、嗯、帮战友在美加日战友农场、嗯、去买这个洗币的事情、嗯、这些他都是提到的、嗯、而且他能带出来的公司基本一个不大 全给你带出来，整个地图上非常多、嗯、无论是中东的这个 G-Club 公司，对，新的 G-Club 公司、嗯、老的 G-Club 公司、嗯、然后这个对以前的各种新旧的、嗯、对吧，他能带的全带着，而且他是走钱的，嗯，所以这个人他给检方肯定会认为他是一个有重量的人，检方会认为他是一个非常有重量，所以在他身上否则不会给他机票，不会给他酒店，不会陪着他，对吧，真是、嗯、这是下了大功夫的，嗯嗯嗯，而且他里面提到的人、嗯、包括可能 在未来他提到一些、嗯、关联人都是证人，嗯，就会把在这个他经历的这些机构也好、嗯、钱上也好的事情、嗯嗯串联你，所以检方是很严密的一个逻辑，对，没错，所以这也是我们不能够忽略的一个事情，嗯、对对对，因为检方的这个问题，他想做的就是第一起诉案嘛 ，RICO，、嗯、对吧、嗯？因为所有的这些他重点打的，我觉得这个对了，就是要有组织，而且他今天的有些复牌、嗯，就比如说我们的战友几位战友、嗯、联盟的、嗯，对吧？他们无视法律。他们做的这个他想要 portray 他想要描绘出，对、嗯、他就说为什么你签这个合同，这个合同的时间要一年以后签、嗯、为什么你当初汇钱之后不是马上签、嗯嗯、对吧、嗯、而且签了你签的这个公司跟你当初汇钱的那个公司不是一个公司，嗯嗯嗯 OK， 他就突出了这些点、嗯、对吧，对，那这些点我相信都是他的一张副牌，就是要把最后的整个这个网、嗯、他的这个涵盖性嘛，就刚才你的范围、嗯、要，所以这是为什么郭
他起诉书商的这个过失期也有这么多人、嗯嗯嗯嗯、有这么多人物，所以检方的作用就是这个，嗯，对吧？所以他不在乎细节，他不建议你，他不在乎你 jury 是不是能够有细节，他把这个大的网做好，而且把所有矛头都指向文贵先生，嗯，重复一遍一遍又重复，真的，他非常了解，因为他深度参与，他非常了解，所以他给检方的这个证词里面，嗯，说到很多只有可能是战友在才能知道的事情，对。比如说当时的锁币他提到了，这是检方绝对主攻的一个点，嗯，包括锁币的公司，嗯，和农场对敲对冲 HDO 的公司是一个公司，他这个是重点提到的一个事情，嗯，然后在这附近就是他就一直在提，哎，这个就是我要是知道这个钱怎么怎么我就不会花，对，不断的重复，对。但是你知道什么吗？就是我觉得这个是就是怎么来看这件事情，就是他们你说的是对，我们不能掉以轻心，我觉得检方是个策略很明显，对吧？就是把这些这个网做大，然后把公司，而且这个木兰也是个，所以说他是个这个明星证人嘛，对吧？因为他这个身居高位，他有很多这样的信息，但是 miss 掉的东西其实我们可以反过来赢他们的地方也正好在这里，嗯，是很有很多不严谨的地方，为什么不光他们不严谨，还有什么，还有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在陪审团独立在判这个文件的时候，他有一个解释不出来的问题，就是你为什么要做，嗯，如果你的动机像这个开篇起诉书里说的是文贵先生他灭共了，灭完共之后CCP 火了之后把他家族的这个香港的这个公司账户全锁了，所以他没钱了，所以他要骗钱，这是他的逻辑啊，这是他的 motivation 啊，他要骗钱， OK， 那好，那我们来看看今天所有的这些失败的项目木兰一个个列出来，他为什么会失败？他没说吧？他从来不提这个事。他为什么这些项目会失败？为什么我们要一而再再而先？先是郭媒体，再是 G 系列投资完了之后是 farm loan， 对吧？然后再是新的公司，新 GTV 公司，再是新的这个叫什么 G Club 公司？为什么？再后来是 A 十五 A 十，还有当中还有 AI， 你记得吗 ？AI 都提到过。他为什么不提？为什么还有 Digital Bank， 对不对？对。数字银行，对吧？为什么数字银行没有成功？他这些所有他都不提，但是我们的答案就在这里面。我相信有很多的在之后的证据会显示出来，因为中共国的打压，因为中共的破坏，对吧？包括是不管是农场的这个潜伏的人员也好，还是这个跟美国这个勾兑的人也好，我相信我们会呈现一副更完整的。对吧？因为检方他是只选择这个拼图上的这块，对吧？达到他想呈现的这个图面。但是我们会告诉这个陪审团一个更完整的、更符合逻辑的、更能够用你常识能够得出判断的，我们为什么这么多人 ，OK， 做一件这样的事情，而且不顾困难，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而且在这个人完全不需要去骗钱就能够继续过他的豪华生活的这样的基础上，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们的盾就是我们的矛，而且我觉得这个矛最后会戳破他们的盾。是的，我觉得今天呢还是很精彩的，很 intense， 有很多的这个信息。那就是首先还是很感谢 Ava 跟这个飞侠顶着压力，对吧？临时的这个上阵，然后来给大家做这个节目跟这个分享啊。我觉得有几点就是还是想帮着大家一起总结一下。第一个，我觉得飞侠说到的一点就是我们在看证人有哪些不合理的地方的时候，同时也要去理解检方找出这样的证人出来，或者检方花了这么大的篇幅去做直接的质询，两次的不起诉协议，对吧？然后放这么多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证据，银行的转账啊、协议啊，提到这么多的人，提到这么多的公司，他的用心是什么？他的用意是什么？还有就是值得注意的细节是什么？他点出了哪些东西？因为很显然之前的证人并没有讲到这么多的公司，他只讲到的是一片一个小块，讲到的是 VOG 啊，我买卡呀，然后这个我这个享受了多少的这个优惠啊，完了我又退钱呀，是吧？对，它是一块。今天他想要把这个块点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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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然后放在了一起，然后找这样的一个人，把这个故事往一个地方再去做这个引导。我们要理解检方的逻辑，我们才能理解 Sabrina 在做这个辩护的时候和郭先生在这个法庭上为争不破的时候他的切入点。
它的核心，以及我们看爆料革命最后为真不破的时候，你在法庭上是怎么去呈现的。那今天这个无论是检方的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用木兰然后来说，对吧，但我们知道的一点是什么，是木兰所有的和政府的联系是他本人主动的，对，他本人主动和 FBI， 本人主动和 Luke Despin， 然后本人主动和检察官办公室，而且是长达大半年的时间。他的不起诉协议是在他上庭之前的前一天签的这个第二版，没错，第一版是上庭之前的三天，也就是他到了美国第二天就开始在签字了，没错，在给公司的这个名字，然后两次的更新在六月四号给了一个非常大范围的在他的了解里面的这些公司啊这个名字他提供给了这个检方。那今天这个 一整个一会儿要哭啊，一会儿要自杀呀，然后怎么样的，不管怎么样，就在法庭上这种很戏剧化的这样的一个场景，最后的八十分钟 Sabrina 已经给明天做好了一个很好的一个铺垫，对吧？然后包括这个像 Ava 说的很多事情，我们又找到了郭先生的影子，你露没露脸，你用没用真名，还有这个最简单的你的人物关系，是吧，凯琳那会儿也是你跟这个律师关系好不好呀，你们去没去华盛顿啊，是吧，你们平常经常说话吗，这个都是你要非常非常对人物本身非常非常了解，你才能以这样的一个切入点去找到他的这个证词上的这个漏洞。所以显然我们的这个交叉质询没有结束，而且我们不一定这个他只有一轮，对吧，他可能有两轮，对，所以我们要看明天的这个状况。嗯，那撇开木兰之外，今天法官也好检察官也好有没有说，因为明天是周五嘛，明天是这一周的最后一天，他们有没有提到下一位证人的任何的情况？因为昨天这个我们的磐石的这个时间点男团说，那个政府说了，说十六个证人，木兰是第十号，接下来还有六个人。今天是这个庭审的这个十一天，政府已经上了十个证人，那大家可以自己去预计未来的政府还要再举证的这个时间。那有没有任何其他关于剩下的证人，政府给出的这个任何的信息？昨天提到的下一位证人是来自 Texas 德州，来自于德州的一个证人，但是接下来还会有来自国外的证人过来 travel 过来。他有提到国外吗？我记得是有的，但是这个是今天还是昨天？昨天提到，今天没有提到，对。但是就是说，今天有提到是说这个检方在这个星期结束之前，他们有打算再请一位证人。对，有打算说明天要再上一位。有打算明天可能会上一位，可能是来自于德州的这样的一个证人。对，因为今天陪审团出去之后，就是庭后的讨论，他们就是问 Sabrina 要你要询问多久？然后 Sabrina 回答就是很有意思嘛。他说我尽量的短一点，尽量短一点，大概两小时说，然后赶紧反问，你们质询了多久？对，因为他们质询了很久，一天呐、对，从昨天下午到今天下午还在哭，对吧？一点四十才给了我们这个交叉质询的机会嘛，对不对？等于就三个多小时，然后他们在不断的施压，让这个郭先生的律师方就是 defense 辩方要赶紧换下一个证人，一直在施压，这已经是几天的话题了。那我猜一下哈，就是说我觉得从今天的这个庭审里面，我觉得检方如果还想在某些方面再加强一点的，我觉得他会说到这个就是怎么讲，就是 protest， 因为今天留了一个笔嘛，就是留了一个铺垫，就是打人，对吧？因为这个事儿，我觉得他会再做文章，他讲到这个 SEC 的 protest， 他讲的 protest 这上面，我觉得在 protest 上面肯定还会有证人。我的感觉是在这个打人上面，他要把我们新中国联邦，个人观点啊，个人观点。说到 SEC， 想起来今天有一事情真的是漏了。他们放证据的时候有放那个在 Luke Despin 那个大厦楼下，就是对这个很重要，上面有写着。攻击的这个说他是 DOJ 怎么怎么样，然后当时问的 SEC DOJ 你是怎么想的，他觉得木兰觉得说这是政府问木兰，这是检方问的，政府问的，木兰说他觉得 DOJ 和 SEC 都被中共渗透了，木兰自己说那个时候，他说那个时候我相信他被渗透了，你怎么觉得，听郭先生说的，对，后来他就觉得他没有被渗透，对，所以他要跟 FBI， 他要跟他们合作，因为他之前说的东西都不像，因为之前是被文贵先生欺骗的嘛，就是说现在是我意识到这是个诈骗，所以我要跟他们联系，所以这个很重要。在这之上，还有就是想让把这个郭先生
和战友引到攻击政府的机关机构上。对，嗯，我觉得这里面他们一定会有一个证人，而且因为他放出来的照片上面讲到，就讲到是说什么这个 trustee 是 extortionist hired by DOJ， 就等于就攻击 DOJ 了，你知道吗？攻击 DOJ 就是我觉得这个上面他们会做文章，他们想在这上面做文章，对，他们可能会做文章。至于是哪个证人上来，我目前不知道，对吧？我们客观的上面来说，政府只讲了后面可能来自于德克萨斯州的这个证人，这个证人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出场？他是像这个木兰一样不起诉协议的方式出场呢，受害者出场呢，还是这个又来一个其他的背景的这个证人？那我们这个不知道，但有一些猜测可以跟这个大家分享。那这个最后这个问这个二位一个跟这个今天这个法庭法律上的内容没有的这个关系的这个问题，因为我相信很多战友这两天可能心情是会有起伏的。你说完全我心里一点感受没有，木兰坐在上面我一点感受没有，对吧？那这个说明大家心脏都很强大，但我相信一定有一部分战友心里面总是觉得闷了一下，有一口气，这个能理解，不舒服，对吧？觉得哎，我看了这么久的直播，好歹也是知道的这么长时间的一个人。二位从自己个人的角度怎么看待木兰坐上去这个事情？这是纯战友分享啊，这个没有任何跟今天法庭上的，只是说我们作为战友今天，而且这个 Ava 跟小飞侠都是坐在那儿看了他这个作证的，说这些话，然后看了。他是怎么当着郭先生的这个面说的这些话，然后郭先生在庭上在木兰作证的时候又是如何的保持着这种礼貌，保持着这种微笑，保持着对于法庭的这种庄严跟神圣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所以我觉得也让战友们听一听这个 Ava 跟小飞侠是怎么想这个事情的。你先来。你想想我怎么想，我其实想挺多的。我这个事儿，因为我自己觉得太好了，这是个好事儿。我觉得他因为我觉得他会帮到我们，让我们彻底的看到新中国联邦的伟大，彻底看到这场运动有多么的不容易。而且就是你想想看啊，他是一个这么被信任的人，他做的事情是碰到最敏感的事情，就是钱，嗯，对吧？七哥永远都会告诉我们，你在钱上面，你永远知道这个钱你是不是合法的，这个钱从哪里来的，这个钱要去哪里。我觉得文贵先生他跟我们一起说，他说知蒋干用蒋干，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理解，我们开始是不理解的，但是他一直告诉我们，你坏人用好了比好人更管用，你知道吗？但是在我们新中国联邦的这一路过来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人其实文贵先生都给了机会，文贵先生知根知底，对他们是谁，对他们过去做了哪些事情完全是知道的， OK。 但是他仍然给了所有这些人，不管是路德还是 Sarah Wei 还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证人席上的 ABCD，对吧？他们曾经是我们的一员，有人付出的多，有人付出的少。但是今天很悲哀的是，一位跟我们跟下来七八年的这样一个，真的是也我们也看到他的付出，对不对？这个都是 odd hour， 睡觉很就是不能够去照顾家庭。就像他说的，他很愤怒，他很内疚，他很绝望，他甚至有抑郁。但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我觉得是这么一位。女性在过去的七八年她付出了这么多，帮我们灭共的事业做了那么多，但是今天走出来站到我们的对立面，我们都准备好了。我们那天看，就是我跟他们在聊天，跟这个几位战友在聊天，就是说七哥已经把我们准备到我们可以面对任何人的背叛，而且我们欢迎背叛。为什么？文贵先生说过，背叛是什么？背叛是你成功的必须的土壤。你如果要成就一个新中国联邦，你成就的是史无前例的一个事情，那你就需要经历背叛。你不光要把背叛经历过，你还要感恩背叛，你还要善于利用背叛。那我们今天在这里观摩的所有的这场法律超限战，正好做的就是这件事情。我觉得如果我没有经历过这件事情，我是不完整的，对不对？就在至少在文贵先生的嘴里，要经历过的人生的这些事情是没有经历过的。但是我竟然有这样的一个机会，能够在现场感受到这样的一个过程，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的感恩。我感恩文贵先生的这个爆料革命，我感恩他让我看到了我人生里面从来没有想到会看到和遇见和我现在所有的体会。我同样也为这个木兰感到我有一点非常伤感。我不知道为什么木兰会坐到证人席，
而且用一句话否定了他过去日日夜夜，你想想看，365天乘以7等于多少天？他日日夜夜曾经跟我们一起跟随，曾经他相信的一个事业，但是今天他却要做到跟我们完全对立，说他今天要说的话，不管是出于真心与否，我都觉得有些悲哀，我替他觉得悲哀。我不知道为什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为所有人祈祷。但是我觉得战友们，如果你心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还有疙瘩，这是可以理解的，对不对？因为我们有可能还没有到文贵先生的那种处变不惊啊，他说的是什么万里无云万里天，对不对？这个江山有水千山有水千山月，是不是好像是这么说的啊？但我们有可能还没有达到那个境界，但是我们所经历的一切正是在往那个境界靠近，所以我很开心，我觉得我会见证一个最伟大的一个世纪法律超限战。是因为对于木兰这个，就是说是有一句话说的好，就是真正能伤害你的人是对你知根知底、对你比较了解人，知根知底绝对算不上，因为我觉得文贵先生很多事情木兰是不知道的，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证词是可大的。 对，但是这种背叛在爆料革命里已经不是第一天看见了，这个可能你说他是人性，可能你说他是本身就有问题，有问题、嗯、但是我们不能下定论，否则人又说我们来那个我们不知道，整这套只是不同的可能性而已。 对，这是都是有可能性的。但是我们看到，就是刚才 Ava 也说过，七哥那次直播说的强者成功路上必经的之路，你是这个背叛也是失败者和弱者的借口。对，所以我觉得一切都能过去，而且明天太阳还照常升起，太阳现在还在升，现在太阳都没落山，瓢泼大雨之后3点钟。所以我觉得这一次的这个法庭上，你看到检察官办公室那么有名的知名的人物就天天坐在那儿，你看你知道这是一场多重量级的较量，在这个法庭上学到的东西也不是一般的多，从金融到法律，从人性到各种各样的细节，包括流程，一切真的是一场非常大的课堂。那么也不多说了，我们要看看明天木兰还会有什么样的证词，然后我们继续去跟随这个东西。我们非常谢谢 Ava， 然后谢谢飞侠，然后我觉得所有的战友，我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为了新中国联邦，为了灭共，对吧？一切的一切为了灭共。还有就是郭先生原来老说，真正的力量是我们看不见的，太阳会照常升起，瓢泼大雨可能还会下，但是真正的力量我们看不见。既然如此，我们应该享受这个土壤，享受这个鲜花下面的一坨粪，对吧？这个是必要的，这个营养。对啊，然后我们要学习 Sabrina 的这个智慧，以真打假，为真不破，还要用幽默的、轻松的方式，这个去战斗，像郭先生一样，微笑的迎接每一天的这个挑战。这个歌里面怎么说的？无限的背叛，无限的挑战。对，奇迹刚刚开始。所以这个。谢谢战友们，那这个希望大家这个看到背后的这个阳光，这个心里这口气，对，还有这个自由女神，心里这口气可以顺过来，然后我们一起去学习这个法律的这个过程，去学习法庭上面这个挑战的或者说过山车式的每一个起起伏伏，最后我们为郭先生祈祷，为所有的我们的战友们，尤其是墙内的这个战友们，郭先生曾经的员工家人，我们一起祈祷，我们会继续的这个战斗，一切都是灭共。那战友们，我们明天见，明天见，拜拜。